因为过去你做这个副局长的时候，当然是无聊啊，表现拢伫局长，主张决策拢伫局长，所以该像张善政的共款，伊当时在毛主国做挂帅的时，做行政魁魁的时吼，无看出伊的出息，嘛拢无什么政绩通啊看，但是最近你啊看，做这。看准那个这段吼，伊所表现出来吼，有目共睹。大概民调哦，拢挤到前面去啦，哦，啊，这是个人的作为，这个就是吼，在公不免好修行啦。啊，尤其做这个救灾救难，救好这工课，这拢是基因的，后摆拢一定好过啦。啊，今仔过去吼，因为我头都讲过，强调过，新的局，旧的局长的时，伊是伊。一切拢伊伫执行嘛，啊，所以讲好坏由我做主嘛，啊，所以我今仔是过在过去，在张局长的任内，我嘛一再提出，啊，提出再提出，即摆尤其你的任内，我嘛是开始爱去甲提出咧。第一任力啊，对消防这个任力，就是讲这个人数缺陷嘛，这个缺陷，这个是历史来啦。连年车嘛，连年过啦。但是当然啦，这个养精千日用在一个未雨绸缪嘛。所以这人消耗人的这消耗品吼，这是消耗人的一点补助。尤其即摆退休潮啊，退休潮甲经理同款，这经济经专经出大学哦，要培养出来供应各管区来分配这个吼，又人讲屋漏偏逢连夜雨。你刷哪欠啊？训练无够，尤其最近吼面临这退休潮啊，大家拢到50岁都要离开啊啦吼。啊，所以尤其今年你嘛看，恁听讲退18个，报唔来报10个咯。啊，都本来欠，啊个哪欠？这第一点，啊，你在你的任内吼，你一定爱拍拼努力去争取啦吼。这是你的任务，不断爱争取。就你讲在经济咨询的时候，阮个前议员讲，你都加争取一个吼，咱都赢一个啊！你来俩，啊无你即嘛吼，替代役吼，嘛是做这个耍，啊你靠替代役养成做养成个培训所咧，啊所以讲人员个宽，你这对这消防人员吼嘛是无公平啦，吼白白遐济工课。10个嘛，你做5个嘛，你做，啊，所以讲这品质一定有差啦。啊，尤其我嘛，甲伊提起这个，可能你也听了吼。咱的义消大概拢少年，辛辛苦苦，啊来做到这么70岁，一定爱迄困难时，咱要过咧劳苦功高，要过这义消啊，甲70岁这年龄哦，全世界第一名，所以这代志哦。尽量鼓励年轻人吼，能够投入这个义消的阵容吼，这是人力物力的部分吼。最车辆设备这个吼，这个有影，这年我嘛在讲，车辆设备一定要更新啦。第一点，第二点吼，这个车辆不足爱补吼，这你要有这装备器材，救灾救难的器材，才有应付这灾难。因为基安官你嘛知啊，地震地带、水灾地带啊，啊加风灾地带啊，加面临海难这啊，对救护加火灾这事件，这是大家通通拢条件拢共款，这会发生未发生，咱嘛唔是预测会到，但是咱就是基在这面临事实，就是咱。地震地带、水灾地带、台风地带、海难地带，这地球即摆吼变化太厉害。地球即较早拢无地动安危，嘛拢地动。即摆澳洲、纽西兰都到处拢啊，地球你看无咧？该就咧咱咧即摆天气啊，无春夏秋冬之别，连天啊嘛就降着呢。嘛，直直下这个毛毛雨，赶快！这天哦，天气变化太快，尤其台湾这边，这个液化哈，土壤液化，这
潜在区啊，咱宜兰啊，白里闭馆区的之一啦。这拢是靠发生意在在意外地当来靠迄落啦。哦，啊，前几日讲咧，看咱只五点诶，即、这个六点八哩个，你话油价讲一年股刷嘛崩塌咧，所以说咱这代志就是要靠人力，靠这个装备，哦，这啊，是一项请诶局长啊，做些加做些答复者。好，局长请答复。大会主席，各位议座大老早。首先感谢杨议员长期以来对商局啊，一项所有的业务啊，拢非常的支持甲关心吼。针对着人力的部分吼，阮去年有签一个专案计划，经过管府核准吼，增加120个，这个计划目前已经核准啦。那今年商局到目前为止补17个。年底又补7个，那今年拢总会补24个，每年会补，原来预定是要补59个啦吼，但是因为迄、那个三等考试吼，730个敢若考掉400个，所以有可能按照比例减少，有可能每年增加51个。另外，拄啊杨议员所提到有关消防工课啊，有一寡当然啦，因为整个时代的变化跟退休制度的关系吼，希望退休啊，今年本来是写8个要退休，经过阮当然吼，甲所有干部吼，大家这个积极的沟通吼，目前敢若一个当然退休，另外7月两个当然是因为借退啦，其他的当然目前啊，阮伫个积极沟通当中有可能会延退吼。第二点就是有关预销的部分，我相信每一个预座拢知影吼，这预销人力长期以来渐渐拢年纪老化吼，但是今年在我所谓这个各分队的主管拍拼之下，伫2月甲4月底，拢总今年到今年为止增加预销54位吼。这54位，阮会积极吼，在这个6月开始要甲组训，希望短期内底会当补充着咱预销的人力。第三点有关这个器材的部分吼，长期以来啊，包括杨议员伫做财政处长的时阵吼，一直对商局都真支持啦吼，所以这部分我嘛积极，除了向县政府争取以外，我嘛会向这个中央这个来争取。以上报告，谢谢。哦，他如果这个人力的问题哦，都是一个头头讲加一个算一个，吼、哦、今年多虽然较少，明年多过了7个，你可能照分配安尼吼来讲吼、哦，因为参考无贵安尼吼，会减少，但是明年51个是足重要，足重要。这你来看。对咱的会计啊吼，51个这是一股生力军，甲这个分配这个同事之间的工作能力的分配，这加51个，这是加真好。啊，搁一点吼，因为时代所趋啦，就住宿咧拢退休潮啦，即嘛拢证照嘛，证照制度嘛，你无证照的时候，你就升袂起哩嘛。哦，譬如讲，恁副大队长，你也有3照，还是1照？你从过去分队长，伊就较资深，较早无去做这个训练，甲这个受训，所以讲伊就无这个资格嘛。无这个资格是到尾啊，伊到50岁，大部分都拢来退。但其实很多都来自这个制度面，都来自警察跟这个警察大学跟警察。警察大学哦，伊毕业分配出来吼，都是一定会使做分队长嘛。该就讲咱军中啊，查陆军官校出来，看是迄个一支战袍啊，吼，也是偌济，伊拢个即职务上诸国取得拢。拢很公平，拢住宿性的法令规定嘛。所以你真一般，恁即个敢毋是讲一个，即个警察大学毕业了，
啊，就来分来咱家，就会使担任分队长。但是资格甲职务拢无问题，但是实务无啦。你落来就开始啊，你也毋捌拍到火啊，也毋捌领导啊，也毋捌消防一切业务啊，所以这难怪嘛。啊，二十几岁囡仔，啊，就来做一个分队，带队有一个分队的队长。过去你要做到一个分队长，要磨练几下摆，这个最基层的这个消防警察爱人员爱做真久，啊，所以我就讲对这款的新的分队长来，都要分发来担任分队长。你要按咱的加强，以这个补足，以这个实务面方面能够加强，好让这 A 五吼。能够很顺利，跟着能够领导能力哦，做到八完美，哎，请你到好这里好。好，请答复。哎，主席，感谢杨议员对有关商局人事的部分的建言啦吼。这点确实有这个情形，因为咱这个规个国家原来制度的设计就是安尼啦吼，就是。甲类似讲军官同款，军官校毕业出来就做军官吼，啊，当然士校出来就做士校。那渐渐中央嘛发觉这个问题，啊，所以讲目前，商局拄拄毕业的大学部的，即个同仁，基本上拢还搁伫剧本部内底，可以由科员升班员开始训练起。所以这点我嘛会按照杨议员你这个建议吼，啊，渐渐制度上，因为无这个上基层的这个队员的当然的拍拼吼，都无这个单位，所以包括我目前在做头前这几个科室主管吼，伊大学部甲这个基层的当然嘛差不多一半一半，啊，感谢杨议员的这个建议吼，啊，以后包括申请各方面，我会好好的研究。以上报告。好，多谢局长。第一点，我这边要请教卫生局长哦。咱台湾人口老龄化哦，少子化，这是大家拢知影啦。目前台湾的人口老人人口是10%多啦，每年都12%啦，吼。但是咱这个长照人口之间呢，吼，数量拢是高龄的嘛，拢是老年嘛，啊，所以。长照人口在台湾来讲有80万，有私人差不多70万，不抓台湾一下，这全部占领1/3啦。啊，所以现在国内吼对长照服务员很需要嘛，但你有些相关科系毕业也有取证照，将90万，不抓校长10万，但10万中间。将近流失吼，回归做这个本身的所读甲所取照的，无一强加一成啦，90%啦。所以，咱的照护工作吼，拢仰赖外国来给他们照护，就是外劳嘛。啊，所以讲像这款哦，外劳有一天一定会终止啦。不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就是这因的国家贫穷，生活水准提高，伊就对啊国内有哪谈，有哪做，伊想不来找人家，就跟那印尼、越南这同款啦。这种是前拢加十年中间来转变啦。当时咱开放这个吼大陆观光啊，民国改78年才9年啊，迄当阵因的薪水在偌济咧？才250块尔，250块，迄当阵唔是少卖5倍，较早才2倍，那安尼才500块尔，500块新台币，但是这个500块的人民币才2倍嘛，2倍啊500块，500块尔，啊，咱迄当阵上少咱嘛要5-6千块咧，即卖因升过咱啊。大陆的薪水跟咱北关薪水要超越的，后来有一天安尼，即印尼、越南、菲律宾拢买来，咱的外劳有钱要互人，要请嘛请无咧，
所以这吼、哦，虽然中央的政策爱调整，也是讲爱重视，但是咱地方咱嘛是爱本身跟到这个脚步，爱重视这个问题。但是问题拢大家拢知啊，但是无安那去改善，无安那去改进，这要提未出的这个办法。这个代志，我来请教这个局长哦。咱宜安县起码需要这个照顾的这个人口偌济哦，这第一点。第二点，不用本地照顾到外劳的照顾人数多少，啊，这比例多少，请局长做一个答复。好，请答复。啊，主席，各位议员，大家早哈、哦。那很谢谢杨议员的关心哈、哦。那也非常谢谢杨议员这几年来对我们卫生局的业务的一直的鞭策还有支持。啊，有关于这个长照的问题的话，其实咱来面对了。哎，咱宜兰哦，告诫各位，咱的老人人口已经超过14%了。14%，14.4%，对吧？到4月30的时候已经。到14%，啊，咱的迄个十二个乡镇内面哦，已经有十八个乡镇已经超过14%，啊，咱介老的一个乡是迄个3星18%，所以咱若总讲20%超过20%是一种超高龄的时候呢，我想讲可能无几冬哦，咱3星可能会足紧就到。啊，其他宜兰跟罗东的13%，啊，其他的县市呢，到尾啊第八名吼，东山本来过年的时阵卡13.9%，但是即马嘛是14.1%啦。所以这个中价的这个照顾吼，这个长照是咱觉得较严峻的问题啦。啊，虽然咱这十冬吼长照10年一直在规划。但是这个现在呢，对于到底是保险或是税收的问题，哦，那我们未来呢，可能新的政府是用那个税收，就是用这个300亿到400亿。可是这个里面哦，这个里面是针对一些基础建设还有人力的怎么样的准备，这嘛是足大的课题。啊，而且呢，我冇说简单哦，做一个统计就是讲，咱宜兰的咱的失能的长者，还有包括身障，哦。那不是每一个这一些失能或身障的人都必须要照顾，但是里面呢，我们给他做那个整理的话呢，比较真的要照顾的话，哈，那个做这些精算的话，大概有超的万五的左右。万五的里面呢，那如果扣掉讲已经有的机构两三千的，啊，里面呢有差不多4000的是咱的外籍看护在帮忙，所以咱宜兰咱才有将近有4000个外籍看护在帮忙照顾我们的长者或是身障的这些个案，所以正常的来讲的时阵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厝里无请人，但是呢有申请阮长照的服务的话，大概将近1000。那算一算的话，吼，咱宜兰呢整个的那个照护的那个能量是不够的。那我们也积极在做一些培训，也希望说未来这个外籍呢，假如能力不够的时候呢，我们要赶快发展我们的社区的照护。这个是咱即马管护各个各处呢，咱咧积极要做，因为咱爱靠社区的老化啊，社区的照护。至于说这一些费用或是说一些补助，应该是现在中央一个很大的课题啊，我们向中央继续来这方面来拍拼，谢谢。第一点，中央本来吼、哦，伊是要从征税、遗产征税、税改营业税的。那目前当时初期计划用，遗产征税10%，营业税5%，这请坐。现在20-30亿了，起码估计照局长头先的报告，要300亿到400亿。这个中间吼、哦，这再会使讲安尼渡这个难关啦。好，感谢杨振成议员。向大家报告登记发言的次序哈：24号、7号、15号、19号、10号、32号、3号、4号、18号、29号、5号、17号、30号、31号、21号、1号、8号、9号、20号、28号、26号、2号、14号、25号、23号、16号、6号、20号以上。
哦，陈正南。好，继续我们邀请陈正南议员执行。阿弟，啊，主席，阿咱局长哦，啊，各位各科长哦，大家好早吼，啊，各位同仁，阿弟，咱的上局长哦，你因为你拍拼啦，认真啦吼，你今个我都当做先做局长啦吼，啊，大家非常的对你非常的有信心啦吼，但是你有一点，大家对你也无通话满意啦吼，因为吼。你这个电信机台的吼，甲自行驾驶，伫阮南门口啊，这个消防组的三楼楼顶吼，啊，你无甲地方的协调，啊，阮这三位议员啊拢唔知影，啊，你自行甲驾驶伫顶头去哩吼，啊，可能是这是咱你甲计划室的是拢有讲好四个中三位啊。啊！目前即个驾驶机台吼，对地方的甲你抗议、甲你反映吼，袂使自行驾驶，应该取得共识才会使哩。啊，即个物啊，拢要伫顶头呀，你拢无搬走，你讲拢向要迁走。啊，目前遐物啊，拢伫遐设备拢要伫咱南王即个顶楼楼顶。啊，你要安怎处理？你遐物啊无啦，遐物啊无提走吼。啊！大家这附近的这些人哦，啊，就非常的人心不安呐！啊，你该说一下好不好？好，请说明。哎，主席、各议员，感谢当议员这个对地方的关心啦，吼。有关基地台的部分是根据中央电信三法里底第42条，公家机关没有正当理由的话，不得拒绝有关电信业者设置基地台。那么，管政府因为在这个中央的法令之下，所以在这个103年，又要求管政府提供某一个所在适当的所在来设这个基地台。那恰在阮管政府甲商局的同样款啦吼，这个基地台是必须要由这个电信业者跟民众吼。这个取得共识，完整的说明，民众能够接受再当设立，所以非常感谢啊，党员伫这个契约签订了啊，这个相关的业者吼，都开始伫吊物件的时阵，啊，民众都有甲党员陈情啊，东江我嘛陪同啊，咱计划处长吼，立刻到现场，而且做成决议，就是讲无取得地方民众的同意。这个工程，阮绝对袂有进行，这点我心中甲这个党议员跟在座的各位议员保证哈。啊，当然，因为中央有中央的法令，那有关中央法令到底适不适当或怎么样的部分，会由县政府统一来跟这个中央来做反应。那在这边向甲党议员保证哈，无民众的同意，现场绝对袂阁再设施工，以上报告。即卖民众大家拢无同意啊！哦，你讲大家拢无同意啊！哦，你未取得地方上的共识，当然是大家都不同意嘛！啊，不同意遐架设的器材，你一定要迁走嘛！哦，大家在人心待安嘛！哦，就不予追你我们也不予追究你的职责所在嘛！啊，你都是讲你未按当地人。你首先按怎爱取得共识，再来做。你无取得共识，你就甲自行。啊，这啊，迄是公布部门的。啊，公布部门的是你无取得，大家唔知影咧。你自行是不是？遐物啊，你有驾驶时是不是？一定有资金，有什么说其他的问题，安怎处理细节？啊，大家唔是看迄资金细节，总是大家都是顾着大家老百姓的这个说身体安全嘛。健康的安全为第一嘛，啊，我是讲你这几天的时候，吼，遐物啊，遐包包走啦，吼，不要再放在顶楼上就好了，吼，遐物包包走了，吼，啊，这样吼，吼。过来，我这是讲苏阿改这边主席106年都要开通啊嘛，吼，要开通的时，即个咱消防的，即警消、即个要如何增加？咱作为即个
力量来维持在所有的这救灾这设救灾这人员这设备啊，你听听你看嘛的，你已经有准备无？有滴证书无？啊，即马做个单位啊部分无？因为这边这是咱南无东湖这边这个所这边这吼，属于这是咱的管区嘛吼，咱的管区，所以讲我听听你看法。好，请到。主席，多谢党议员对这个书法界相关的消防设施的关心啦，吼。有关这个通车的进度吼，是属于中央决定啦，吼。但是有关应变计划的部分，在这甲党议员甲各位议员来报告吼。书法界，阮有写一个计划，甲中央争取34个人。那么34个人伫个这个南澳设一个观音分队，但是当初时，阮有介写计划时，有介要求讲，除了书法界以外，要兼顾地方消防，所以这34个人，我的兵丁分布伫南澳、苏澳、南澳外、马赛、甲东山这几个所在。另外第二点就是，书法界这个过程中间，因为咱拄啊，就像杨议员伫讲的，咱的设备吼有较老旧。所以，阮利用这个部分，有甲争取到12台消防车。这12台消防车，我嘛平均分伫这5个单位的所在。以上，甲党员报告。即面主席相关的在消防设备、消防车啦，还是后勤车啦，是说正正的。啊，这的车辆总数有几台预领啦？目前。所有的这些相关的这消防设备、消防的车辆的，吼、哦，不管是救灾嘛，救灾设备，还是后勤的车、司机等等的车，有几台车是预领、超领，啊、哦，啊，这遐个车是要几年期间，啊，即卖已经超过几年，诶，总数几台车超领，解说一下吧。好，请说明。主席，宜兰县消防局。所以我下当议员应该关心的是有关救灾的消防车有65台吼。那所谓的预领是有关财产管理的部分，是说是讲消防车若要10年以后会使报废，是会使报废，但是不一定绝对要报废。那目前这65台消防车，除了一台阮专门有检查过吼，除了一台确实有需要汰换以外，目前这65台拢堪用，啊，当然，迄、那个车若旧了，啊，这个本身的性能会较差，就是我拄啊，甲这个党员报告，我会利用这个舒化铁吼，舒化改这个工程吼，啊，争取这消防车，我会从较预领的啊，这12台吼，我会想办法利用这个计划来甲汰换。以上报告。这边南澳人口。这渔船也是真济嘛吼，渔船也真济啦吼。啊，所有的渔船啊，都是大家的性命财产嘛吼。即卖主持，咱南澳的这设备吼，不管是这救灾设备，这警消人员，到底总数有欠缺无？有欠缺无？你消防设备如果有遐人？有遐设备，但是你无警消无遐人，你也袂好事。啊，你有遐人，你无救灾设备，万一但是发生重大个遮个灾害，你也无法度伫你应付。我讲听听你讲，那为那么个非常个重要，那么船啊是拄到歹天，拄到过年过节时，船啊大家拢断啦，那是密密麻麻吼。啊，船啊大船大家底。拢是有油啦，重要紧就是有油啦。迄是一连串的这非常的厉害，所以听听你意见。遐所以南无分队这个设备，你简单解说一下。啊，请说明。主席，各位议员，当议员登记啊，含咱大会主席吼，一直拢对南无啊，有关这个渔船啊安全吼，一直拢要求阮。消防局特别来注意，所以南方澳分队、甲所有分队、甲马赛分队，伊的装备比这个其他分队较无同款。伫马赛，阮有放一台化学车，
第二就是讲，所有甲南方澳，我拢有放泡沫原液吼，啊，包括讲这个发泡机，啊，这个装备就是专门应付，可比讲，渔船啊有可能因为这个油啦或电器发生火灾嘛吼，所以这两项物件就是针对这个所在特殊灾害，啊，来做这个设备。当然，我都有甲党员报告过吼，就是讲有关。将来书法界若有增加人的部分，啊，我会优先放伫个所有南澳甲东山这个区域，所以这部分啊，我会在这个部分啊特别来加强。以上报告。好，哦，要加强啦吼。哎，我这卫生局啊，局长吼，无爱问也歹势，大家对隔壁问你不问你也歹势。我请问一下吼，我那里所有卫生所的医生。那医师，我想要走，我也没啊，我要走，要走，还是走去啊？有这個，我讲歹大，难道得跟你啊请一个非常的，我顶公所的顶顶非常非常介意的人选，啊！你即摆进来无外久，我想歹大，歹大，啊！我这代志，你局长请答，哎呀，请答我一下。谢谢陈彦的关心哈。因为根据迄个卫福部的工会生的规定，那他们是要在这个地方服务，那他们有服务的连线，啊，所以说伊讲伊不爱躲，是讲伊去保卫呢，我们是不同意的，安尼。啊，至于说他对那个环境呢，可能暂时他的适应呢，我们还在努力中了，好，哦，啊，我们也希望就是说他以你这个所这伊可能好答。这个新的所在吼，可能也未啥习惯啦。阮这部分，阮会继续来加帮忙安尼。吼，哦，我想讲，好不容易吼，伊来愿意来遮，阮嘛是讲希望讲社区啊，伊会当予伊搁大迄个服务安尼。所以这是一个二的，当然啦，有这个想法，但是根本依法还有依我们的这种规定的话，我们是会一直不同意他，吼，哦。那离开，然后至于说他有什么方式的话，我们跟卫福部那边也有讨论。以上。决定啊，是所有是非常的偏僻啦，哦，是，大家无啥爱来啦，那所以是熟悉啦，交通也无啥方便啦，无但着因咱伫白位啊，两个都吼，哦，啊，交通无了事，家庭了事，你尽量甲慰留嘛。哦，你南澳是，你无卫生所无一个主治医师，咱讲正经的，内底所有的拢，你爱出去靠外口，爱心主工伫外口，伊要护士伫外口，到会好势。你所以讲这个主治医师非常的重要，你爱所以讲如何甲阮慢留，都继续搁做啦吼。我讲这个是安是，我两路拍片。哦，我搁拍拼吼，搁弄弄弄咧啦，卖要走，走去都就卖在，我做钱啊。是啊，拜托议员官多关心啦。有啦，阮副局长有滴个安慰啊，阮副局长有滴安慰啊。啊，我搁介绍哦，即卖主持吼，博爱医院来到遐时吼，还是什么医院哦？礼拜天假日的时吼，急诊室的时吼，急诊室的时吼，因为医生甲护士。拢非常的缺乏，哦，因为拜下礼拜哦，正在超进这四间、临时四间，拢从啥拢，啊，搁拜比普通医生馆拢无开嘛。礼拜啊，又拜下礼医生馆拢一摆无开，啊，无开，当然总来在博爱医院还是什么医院嘛。啊，所以人济，啊，你这边主持医生搁安排少，啊，所以讲安尼啦，去个呀安尼吼，啊，乌沙沙四间，我讲，咱的这决定吼。对博爱医院哦，加强给他哈，加强给他说，礼拜天要增加这个做医生跟护士这人说，卖好这反价，紧急来时，拢都接待呀，都接待呀，这样不好了。我讲安尼不好了哈。我讲这个安尼是哈，对相关的百姓在身体健康事件哦，反正点啊，这个。耽误的时间哦，影响这人的性命了哈。啊，佫一点就是讲，相关的这个食品安全哈，食品的安全你有非常的重要，你爱继续个努力地查，尤其是这饮食业、餐厅部的这吼，你爱地
你唔是爱看头前的，你要看伊厨房，一定要看厨房内底设备，内底所有的菜，内底所有的卫生细节，你所有要检查，一定要看伊厨房，总有没有清洁干净，最主要啦吼。啊，剩的时间我来有了这个委员，你坐下嘛。谢谢陈议员哈，主席。我们的消防局跟卫生局，我们两位哈、啊、局长跟各位同仁，大家早，大家好。首先呢，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消防局这边哈、啊，那我们在现在目前面对极端气候的这个变迁哈、啊，我们的这个机动救援的这个部分哈、啊，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机制？因为之前我记得在前几年有一次宜兰下大雨那一次。那个淹大水的那件事情哦，罗东的部分也是因为主要的这个问题是发生在很伤害是在宜兰那个在苏澳那边，那但是很多的同仁过去那边救灾，那罗东这边就少了这样的一个救灾的同仁了 啊所以纵使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真的要找人也一下子真的很难，那所以我们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机制当然。重要的地点我们还是要集中在那个地方，但是外围的部分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机制来做这一个救援的工作，简单好不好？大会主席，感谢吴议员的这个有关救灾的这个关心哈、哦。大型的灾害基本上在需要成立救援组织的时候，现场有一个前进指挥所，前指挥所必须跟我们警务中心两方都必须要协调。在民国100年梅基台风的时候，我个人就是被派到前进指挥所。那有关资源的人力要由警务中心统一来控，包括说所有遐顶大水，我西北去支援的人，基本上会留1/2的人力在那个地方，然后1/2。会去支援苏澳。第二个步骤就是会把轮休的同仁立刻召回。如果本县本身处理能力还有问题的话，我们会立刻向中央请求外县市的支援。在梅基台风的时候，总共有8个县市，有400个消防人员来支援。那我想这是一层一层的、啊、往上推。那如果外县市来的时候，中央也会派遣这个高阶的协调官，像梅基的时候就有副署长来。是，时间不是很多哈，我谢谢你的这个报告哈。那因为时间不多，我希望你提供一个资料书报告给我，在现场总指挥提供给我哈。第二个呢，我们知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啦，所以不管是我们警消同仁，或者是我们的义消的同仁，一些的这一个装备，或者是一些的这种设施，那不管是他个人的，或者是我们的这一个比如说我们消防车啦，或者后勤车，或者是供水车，甚至消防栓这些问题呢，我希望我们也是要多多的去注意到这些，因为事情发生常常是在那一瞬间。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准备得很好，我们也没办法救人的时候，那反而这一个要去救人的这些警消同仁、医消同仁会受伤。所以我希望呢，我们还是要多多的去注意这些的这个装备，不管是个人的或者是他的这一个我们的整体的一些的设施，要特别注意的哦。好，谢谢。另外卫生局这边呢，时间不是很多，我想请你提供一些资料哈、哦。在我们的这个专题报告的时候呢，讲到二级毒品。这里面是讲到有93人，但是你在这个工作报告里面只有45人，这两个差了1倍多，问题出在哪里？啊、哦，你把实际数据给我。然后呢，我们如果配合警察局这一个追踪跟戒治，在这一个毒品方面，一样提供给我资料。第二个，我们的性工作者哈、哦，性传染病还有 AIDS 的防治，当然有一些是有执照的性工作者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去掌控这些？一样提供给我书面的资料。第三个，我们的长期账户，刚刚讲到我们的老人人口逐渐的增长，那这些东西，我们希望我们的长照10年，希望达到什么样的预期的目标，也是一样提供给我资料啊、哦。再来，
最近刚办完所谓的健康筛检，就是健康好样的这个整合筛检。我们讲到这边有1000多人那个，但我想知道，宜兰县里面30到39的人口是有多少？我们达到的目标多少？一样。好，感谢吴秋莲议员以及陈正南议员的质询。继续，我们邀请陈汉忠议员。好，不跟。主席，我两个当时。好，跟林烈贤议员联合。主席，还有我们两位那个局长哈，阿哥兰各位同仁哈，大家早上大家好哈。那个局长，消防局局长哈，我想来请教一下。咱宜兰县这个消防人员这个编制吼，总共有多少人？那县额呢？有多少人？有没有这个缺额？啊，缺额是多少人？请你简单回答一下。我给你看。好，请答。消防局目前的编制员额是360个，那今年的预算员额是310个。那目前消防局的人力是240个以上报告。啊，缺额是几个？缺额目前为止是缺60个。60个。啊，另外请教一下，咱啥无补齐？有啥物无补齐？还是讲，这个每年吼，你有没有估算过，平均这个退休的人员吼，好，退休这些弟兄有几个人？然后我们每年递补有几个人？你报告一下。好，请答复。我们消防局是因为去年扩编之后才有到这个360个，那这扩编增加的120个人员，在今年2月的时候补了17个人，在年底会再补7个，明年我们有向消防署争取，本来可以补足59个，但是因为特考的关系，700多人只有考过400多人，所以大概按照这个比例，可能只剩下可以补51个。但是如果这两年这样补下来的话，对宜兰县来讲，已经补了60几个哈，所以这个部分是大大的注意。第二点，安尼咱宜兰县的消防局这迄个弟兄总共是200外，啊，有包含行政人员？有包括。啊，你出去拍火，咱宜兰县的义消有几个？义消编制620个，目前513个。啊，是不是每次如果有出勤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咱这协同义消处理？是，义消跟我们是同步出发，对。啊，包括抓遐野生动物遐怪怪的。有关捉蝗捕蛇的部分，基本上由按消防局消防人员来执行。专业人员嘛，吼。哎。那宜兰县义消吼，伊这个，伊的装备跟咱的装备吼，咱有一个一定的使用年限，一般拢是偌久？消防衣哈，所谓的使用年限就是财产可以报废的年限。消防衣是3年，但是所谓的真正需要报废是看它的功能是不是有丧失。那么咱庄卡所在用的频率无像大都市遐尼济，我上任了，有将这个所谓消防衣整个检视过一遍。那么其中有部分是需要30几件是立刻需要汰换。那么我们今年有买110九套，哎，马上来加换。你讲这是包括咱基层咱这二销二销嘛有吗？是有，拢有吼。嘿。啊，伊的手套啥有咧？有，迄就是整套的衣服，嘿，整套的消防衣。啊，伊即个目前因使用拢是已经使用几年，年限已经拢使用几年，大部分呢，我看有个连续去跑，讲人去那个去跑的时候，伊内底就是迄个救生装备加有无？拢不哩旧安尼，是不是影响到？这部分吼，阮有注意到啦吼，就是讲装备吼，是阮伫今年3月有请阮抢救。局长不是，咱一般来讲，使用年限，譬如讲是有规定是15年还是10年嘛？消防衣吼，如果是消防衣的话啦，伊是3年、30年，3年吼，已经报废啦。
但是你看有用啊，无用，有用啊，无用的时阵，你去三年看起来嘛，还佫足新。啊，这个功能上的测试吼，阮二三月的时候已经有我们抢救科去做前面的检视。啊，是用定期有去迄个检视安尼。有，嘿。安尼好啦，我来讲，你甲目前他都甲你迄个请教这个问题吼，在观众总结询之前吼，甲这提供给我，这资料提供给我。好。第二点吼，你请坐。好，谢谢。最近这个，我想是全省这个关系嘛，吼，地震频繁，我想小心驶得万年船啦，吼。咱一挂宜安关，一挂这公共这大楼嘛好，啊是餐厅、饭店、吼民宿，恁是不是有过去特别去做一个迄个消防的检查，吼？啊，佮有因这老旧饭店、吼大楼、吼因的检测。看是讲，因这房屋是不是讲因为地动的关系有翘角，还是讲凹陷这样子？你们有去做吗？啊？什么时候去做的？你起来回答。不用，你直接起来就好了。是，宜兰县超高大楼总共有100栋哈，100栋。那这个部分，我们他每一年都要到我们那边办理检修申报。然后我们都会派人去复查，那这个部分呢、啊，经常性都会做。第二点就是有这些地区，我们分队，每两个月都会去做危险地区的抢救部署。那这个部分我们是经常性的会做。以上报告。你所谓的危险地区是异化突然区吗？啊，不是，我们认为，比如说像高楼啦，或是狭小巷弄这种地方，我们认为说在抢救上比较困难的地区。我们会做定期的去做演练。嗯，很好。那你把这些资料也提供给我，好不好？好。好，那结束。时间的关系哦，搞定了，先搞定。请教一下哦，咱宜安关哦，所有的卫生所，这个主任这些医生哦，这个常驻问题，现在是到底是什么情形？有的医生讲，有的讲心情换来换去，有这个情形无？哈，医生啊。好像有些医生不足还是怎样子，你要不要就是常驻的医师，有没有这个问题？你起来回答一下。好，请到。啊，谢谢林议员的关心哈。啊，我想林议员可能在管问迄个宜兰区卫生所医生啦，因为宜兰区卫生所医生吼。中风嘛。已经两三去年啦，去年捌一摆小中风，啊，然后最近搁一摆安尼啦，啊，所以伊即马咧积极咧做一些复健。啊，这段时间当然，因为，我嘛希望讲吼，伊会当顺利进行啊，嘛好伊休困去做复健啦。啊，这个我们的医疗那个门诊的服务的话，啊，我嘛是协调哦，一些资源进来帮忙。是做个非常好啊，是，而且非常受咱的民众肯定啦。对。但是这医师的派任问题吼，我想你要注意一下。是。好 ，OK。是。第一点是迄、那个，你请坐。咱宜安县所有的餐厅。吼，也是讲公共场所，吼，咱的全部在厕所，公共厕所这，请问一下，恁敢有去咧做一个评比，吼？譬如讲，这间便所较清气，啊，这间餐厅便所较清气，这间饭店的公厕较清气，恁敢去做这评比？谢谢林爷的关心吼。其实呢，咱若总讲伫一个所在呢，当然咱若总讲去伊的迄个洗手间啊，对，咧感觉讲啊，到底好歹吼啊。我们县府呢，对针对这一块吼，其实各个局处呢都有在努力啦。那不只是我们吼，公里处，但是负责的就是我们会把这一些事情呢，就是由环保局他带队带来规划，就是说咱管呢所有的这个整个的洗手间的那种，我们都去督促啦。那相关的餐厅，我们也会。哦，同时去了解的，希望都基本上爱改善啊咧。因为报纸吼，不是拢会看出讲外关区的吼，嘿对，有一寡因的食材吼，拢放伫便所内底，这是非常恐怖的代志。是，这是袂使。啊，你讲，咱依然是以观光立县来讲吼，是不是要提供一个友善的环境，对，好人去使用？所以我觉得这是厕所这部分吼，你是不是可以跟环保局去想一下，咱把它做些评比？像你讲依然关有无一寡迄个。便当业者，
吼，还是讲餐厅，恁的好一个评比啊。对。讲吼，这特优还是讲有，我们都把那个条件都放在里面。啊，你是不是嘛？他讲吼，这个友善厕所啊，对，他做一个跟因规划方面用一个评比。是。好。对啦，要赶快买氧气啦，你讲我用伊讲，这嘛是有理。所以我是觉得说，你爱去辅导伊，甚至唔是讲去用掠，就讲吼，迄个环境不卫生啥，去开罚单啥，还经常上万呀。在之前，你们就应该跟环保局、跟公里处还是相关的这个单位吼，做一个这个迄个协调嘛，讲到底是边要来处理，讲好咱宜兰县所有的餐厅、所有的饭店、所有的公共厕所，吼，非常的友善，非常的干净。好，好啦，好使用的人嘛，刚刚讲哦，这宜兰县确实有影甲人无同款。啊，食这饭店嘛，便所嘛才清气，啊去这公共场所、这厕所吼，嘛才清气，能够会增加人去使用，然后会，好人刚刚讲宜兰县是真正非常欢喜。不，但是无障碍措施的部分嘛要做好。是。有几间较大间迄个公共厕所，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迄个相关甲迄个相关单位去做一个协调？对对，我们可以协调相关单位，然后大家一起来做。哎。哎，好，继续好，你请坐。另外一个吼，我想请教局长吼，咱即个点点讲吼，抢救粮食大作战，吼，咱宜安县所有超市业者，吼，这个有一些是即将到期的这个食品，吼，然后你是否有跟这个相关的业者做一个协调，吼，因为这些粮食危机嘛，吼，我们是不是说可以把它妥善运用？好，成立一个专区，好，看要把遐会使用的物件，佮会使食的物件，好，摕去，好，譬如还有这个三天的期限可以使用，是不是把它转到一些可以帮助的人家弱势家庭，摕去用使用，还是讲，迄个协助业者吼，做一个讲吼，即食品的这个食品吼，迄个贩卖嘛，啊吼，用个迄个打折的方式来卖，你敢有去想过这个，迄个问题？你简单讲一下。林演这个是很好的建议哈，啊，这边也跟林演报告的提供。其实对这一些呢即将过期的食品哈，或是说针对这一些怎么样去管理哈，那我们的县府里面呢，曾经你民政处啦，还有社会处，还有我们还有消保官，也针对这一个这些业者呢，也是希望就是说有没有建立一个机制的提供，当工哈提早哈他。去整理出来，然后呢，提供给我们的有需要的一些个案呢去处理。我想这个已经有在做一些讨论了。啊，议员的这个建议真的是非常好。当然，你拿面呢，最重要的是讲那个标示要非常重要。好，哦，啊，过期品呢不要太剩下几天啦，啊，可能我们就要讨论。所以说，即个我已经有农行那个县府里面有相关技术有在研究。好像新闻有在看说，对相关的蜜蜂的这个产品，包括这几块罐头，你过期一个月其实够它使用，也讲几年够它使用。但是我是不建议啊。但是说有些蔬菜哈，好没有，就算说今天刚采的，但是卖不完啊，啊，迄个花草较歹啊啥，蔬菜较歹，但是是不是可以去协调这个？安尼，他好咱宜兰管家的我。这食物比较不会这个浪费的，是，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是，我想你应该跟相关单位吼，看来迄个做起来的话，来给整顿一下。对对对，好，相关单位有注意到这件事情了。因为时间问题，最后一点吼，请迄个局长你请坐，抱歉。这个问题是请你在馆长总之前吼，把这资料提供给我。我想你应该查后面问啥，将对方宜兰区，好。迄，那个慈育康复之家这个问题，第一，为何准予设立？好，是用什么原因准予设立？第一，第二，申请人的这个姓名，好，申请人在这个咱要申请的营业登记的时阵是上去申请，好，啊内底好结构的股东结构啥，好，第三。他是什么时候申请的？到我们核准日是什么时候？好，可是讲他全部这个期限，好完成这个使用登记，这个营业登记是什么时准核准的？第四，有没有我们宜兰市还是宜兰县任何一个民意代表打电话关说过你，关心过你，还是说有给你们这个压力过？好，据我所知，好像有了。但是我要你们私下告诉我也可以，好，
这个部分你嘛私下告诉我，你免写去内底话，免甲这资料话话，但是你需要甲我讲有啊无？吼、哦，也是甲恁私下过。这个、问题是非常大，因为我到现在想不透，一个闹区内底为何可以设立、允许？你啊两间补习班，学生囡仔偌济，正对面是一个迄个幼稚园托儿所。我唔知道社会处也是讲咱卫生局到底去做啥物代志？社会处执行的时候，我咪甲因好好甲因连接。第五，即呐代志已经发生啊！啊，我想讲要请教咱卫生局，好、哦，是不是有办法协同这个社会处，咱甲业者，好、哦，因为毕竟咱已经发食好人啊，啊，人嘛是投资遐济钱来，是不是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他转型辅导，他说，迄个做安养之下是讲做别行，让伊损失降到最低。因为咱开已经开两三摆过啊，我觉得都好没有什么用处啊，是不是？每次去也是一样，开会安尼公共节嘛是无好啊，因迄个负责人嘛是安尼讲话，讲话嘛是讲遐嘛是无什么意思。而且有一点，我是觉得局长你们这一点吼，有一点要改进。当初。去开第二次的协调会的时候，其实你不应该找一些康复之家的什么啊，康复自由会的理事长什么来替业者说明说他们的形态好，居民安心。忘掉恁的出发点是讲，因为要大家安心，讲这居民安心。但是在开协调会的当中，好、哦，你请那些人来替他们业者讲话，我觉得会降低好、哦、所有民众对咱的康复自由会当初成立的这个目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点。迄、那个真侪遐附近的居民拢讲，当初因要成立是用要成立这基金会，吼、哦，还是要成立安养中心，就是没有说要这个成立这个康复之家，没有说要成立这个精神病院，这个精神的这个养护之家，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想我头头甲你讲遮吼，这资料在馆长中心时之前，麻烦你含副本时，吼、哦，重点是宜兰馆有倒一个民意代表。甲你打电话，你关心过，甚至于施压过，这点我看你来甲阮报告者。好 ，OK 啊，我感谢哈，陈总议员。啊，感谢大会主席哦，啊，各局处长哦，啊，各位啊，主任啊，科长哦，啊，联络人，各位同仁，大家好哈。啊，就叫我们刘局长哈、哦，局长，三月一号。我们开始受理65岁以上装置假牙这个计划的申请哦，每名补助4万块，你第一阶段补助的名额有270名，到三月底以前，总计申请的案件有367案，超过补助的名额有97名，列为候补，可以申请。这个申请非常的踊跃了，也显示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对我们65岁以上的老人这个假牙保健的先导工作、哦、做得很好。可是请问局长，如果你的嘴齿上牙床全部都缺牙了，下牙床只剩下4颗，你要如何去咀嚼，免得去补？请你回答一下。好，局长请答。谢谢陈议员的关心哈。那老人假牙呢，是从100年开始的。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是社会处跟我们连结，然后希望就是说，因为牙医师是我们这边的协力伙伴，然后。每年呢提供600个这个老人假牙的服务，啊，开始的时候要全口假牙了。那我们评估一下哦，就是说在宜兰呢，我们大概可能有将近10000的长者需要这个服务，啊，所以每年因为的预算哦，那呢预算没有很多嘛，最多只能编到600个。那逐年的编列的话呢，到今年呢，那我们古尼哦那边200几个年了，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哦。现在排队已经排到，申请的话已经是400多了，所以在这边呢也拜托我们议会哈、哦，我们有追加了，要追加200-300个个案的话，也请
那议员帮忙哈。那里面呢，我们也会针对一些原住民啊，或是说一些近贫的一些户哈，那中低收入这一块，那我们也会有一些保留，希望呢也提供更多的服务啊。当然啦、啊，那个牙齿哈、哦、本来是前口假牙，那骨泥呢，我也针对有一些哈、哦、需要的话呢，我们提高到三支啦。假如说拿三个长根哈、哦，那它可以的话，我们还是提供这个服务啊。刚刚议员谈到说有四根的话哈、哦，我想、哦、这个个案呢，可不可以我们用特那个给我们知道这个个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来协助说怎么去解决这一个假牙的装置或是它阻截的问题。我想那。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个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去想办法来协助。好，您请坐啦。是有民众反映啦，就是说，县府你这项德政其实也没有顾到现实面啦，实在真的很可惜啦。我就讲啊，现主席后我顶管拢无，下骹剩四起，结果医生讲啊，你这袂无，你倒咬阮一枝条。啊，你是变哪步？啊，你变哪步？你甲我讲啊！我今仔咱入场小交换就好啊！哦，这是很好的一个政策啦！哦，是不是说在这边哦，要如何去把上牙、下牙床的部分分开去申请补助？哦，两万元，六两边弄好路嘛！哦，你不要全口嘛！这样能让65岁以上的这些老人的民众，哦，一旦，让因较会当啊无迄个感觉，啊，这个部分，我是希望讲，内底兼顾的政策有一个真重要的部分，就是讲，这项计划你应该有排付条款，应该有排付条款才对，哦，无你，安尼伫发布了了后，人申请的人一个都拢忘经啊。让有需要的人、较艰苦的人，伊无材料去享受到这个好路。你有钱的人、好牙人，伊无差价呀。植牙一起六七万、五六万，伊就去植牙，人免你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的补助。哦，所以讲这个部分是不是，请局长你们研议看看这个排污条款的问题。哦，你们去研议看看。好，再就叫我们那个新任的我们的徐局长哦。咱台湾这里防灾防救，对于我们的天然灾害哦，那个定义是什么哦？请你回答一下。好，简单。所谓的天然灾害，在以前啊，仅止于说。讲那个天然灾害防治中心主要的目的是这个台风。那现在包括地震、寒害有关，天气所造成的这个灾害，我们都认为是天然灾害。是。好，您请坐哦。应该是风灾啦、水灾、震灾、旱灾、寒害、土石流等灾害啦。可是，在各种的灾害的主管权责机关，你们要如何的设定哦？像风灾啦、震灾是由内政部主管嘛，水灾、旱灾是不是由经济部？而寒害的主管机关的设定为行政院农委会，要请你回答一下吼。以你的专业的看法咯，目之前咱中央依据灾害种类的这个划分的主管机关有合理无？有没有面对未来？这个极端气候的变迁以及它的挑战吗？有办法去解决复合性的灾害的问题吗？啊，请局长您回答一下。好，请答复。感谢陈议员哦，对有关灾害的关心。啊，陈议员讲的非常正确，没有一种灾害是单一的。包括最简单的，比如说下好雨就好了，它所涉及的单位除了公务处、路政以及警察、消防、民政、社政都会涉及，所以任何一个灾害都需要所有单位共同动员。所以一旦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应变中心联合办公，以弥补啊这一点的缺失。那有关各单位的主政这个部分是由中央
只是比如说涵海是农业处的，这个水灾是由经济部，这是由中央法令规定。以上报告。好，像今年哈的元月份，帝王级的涵海啊，带来我们台湾不管是数亿元的农产品的损害啊，并造成122名的民众的死亡啊。以往面对我们全球的暖化、气候变迁的议题啊，往往都注重在节能减碳，却忽略了另一项，如何去调适整合工作的重要性啊。如涵海的主管机关设定为行政院农委会，只局限在我们农作物以及我们的养殖业的低温的灾害，而民众的生命财产的极动的伤害却无部门去负责。局长啊，你要如何在我们中央不合理的规划以及我们主管机关的谴责之下，来帮助我们林县长来贯彻我们的防害，以及我们强化宜兰县的承载能力，这个部分是不是请局长回答？谢谢陈议员的关心。今年1月27号啊，我们宜兰县地区啊，它的雪线降到400公尺左右。那当时的温度啊，已经按照中央的法令规定，6°C 以下连续24小时都必须成立涵害中心。那么当时全国第一个就是由宜兰县来设立的。那我们在1月28号中午12点开始设立，设立之后啊，几个直辖市才跟我们一起设立。那么设立结合这个县政府的，包括农业处、卫生局、警察局、社会处以及公务处及市区工程处等相关单位进驻在应变中心。诚如陈议员所讲的，除了涵海之外，包括太平山有部分的游客受困，包括台九线也有部分这个游客车辆抛锚啊，这些都是需要各单位共同来努力完成。所以啊，第一时间我们有做这样的处理。以上报告。本席是要跟你说，你要贯彻公安灾害，要确实去执行啦、啊。哦，你们的团队那么多嘛，你们再去演绎看看的哈、来再就教你哈、宜兰县目前我们的义消编制为一个总队哦，以下有设2个分队哦，16个分队，相差有255人哦。你第一现在的心血无法这个时间来补足哦，宜兰县义消恐怕要面临这个断层哦，不仅技术无法传承，更担心的就是影响到未来救灾整个的救灾的问题。你要如何因应积极的召集目标？在上次会的会期，我有跟前局长张胜勇局长有讲到这个问题哦。你要如何的因应跟各16个分队的这些分队长，以及要如何招募新的义消这些成员？你回答一下好不好？简单就好了。是，谢谢那个陈议员的关心。陈议员，你是我们的顾问哦。去年确实最多的时候缺到196位，那目前义消总队的编制620位。那张局长也有关心这个问题，所以我上任之后召集我们主管跟所有的分队长一起努力。今年到现在为止2个月，总共增加了54名义消。那这个我们会继续来努力啊！谢谢陈议员的关心。好，您请坐了哈。105年度的预算，你总共哦有编列119头的这个消防义冒险这个太旧换新哈，已经完成购置这的太旧换新的拢总有几头？是119头吗？目前已经公告招标中。好。119套的分队，你要如何的分配了、啊？哦，这个你会后列表给本席啊做参考哈、哦。来，再就叫你哈、哦，本县有8个民间救难团体，合计有
452个人哦。这些救灾人员对本县的各项的救灾救援的工作哦，他们真的是出钱出力的哦。徐局长，你要如何去提升他们的应变能力跟专业能力，以及充实他们各项的灾害以及救援、协助救灾等设备器材，保障救难人员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哈、哦？在这边哦，我要拜托徐局长啊，其实这些民间团队，不管是救灾啊、救援啊，他们都是在协助我们消防局整个的救灾救援的工作，所以说在基于他们在各县市或是在我们宜兰县内，不管发生什么天然灾害或是救援的工作，他们都是站在第一线的。所以说在这边我要求我们徐局长，在他们的装备的设施以及很多的救援的器具，是不是能够给他们补足的方便。在座的很多的34岁议员哦，34岁议员，我相信这救援团队嘛，拢捌去甲因争取经费过啦。哦，所以说我在这边是要求我们消防局，如果你们在年度预算编列的时候，能够补足他们这些设备。我相信你们消防局也是一样啦。哦，其实这拢是甲恁负责的啦。啊，你有什么看法？感谢陈议员哦。我们辖内这些就民间救援团体，确实对消防局有很大的帮助。你简单就好了啦。尤其是水域的部分，那有关陈议员所讲的这个装备的部分，我们会在预算当中哈、哦、尽量来增列。以上报告。好，你会后也一样列表给本席参考哈、哦，好不好？你们有补助的。这些他们的设备了，好不好？好，再就叫我们局长哈。全县的消防栓哈，总共有多少支哈？我们消防局如何去管理维护？请你回答。目前也有6800多支，我们分队每个月都会去巡查。好，5月11号哈，民事报道哈，满利这的水道哈。火烧车哦，结果消防栓开了，没水。这个事情，这个案例发生在咱宜兰县的水道，你要如何去处理？隧道按照法令上规定是属于中央主管的权责了哈。那这个事情我们有注意到，所以目前我们雪隧的有关消防栓的部分我们特种分队也会定期去检查。应该是这样讲啦，隧道内的消防栓如果没水哦，它排烟这个风扇也没有作用。如果在尖峰时间车子又多的时候，这个隧道的人车安全是堪虑的哦。这边本席为什么会提这件事情出来，就是要要求我们消防局能够针对县内辖区的隧道能够定期的去检查了。好，我也希望说局长你要做出保证啦、啊、现在塞车雪隧塞车也蛮严重的哦，苏花港又要开通了啦哦，所以这个水道虽然没多长啦，可是潜在的危机还是蛮多的、啊、希望你们能够适时的去查查。好，我们再就叫我们卫生局、哦、卫福部疾病管制局、哦、他公布的新疫情、哦、就是肠病毒上升、哦啊、肠病毒就诊连续2周都破万、哦、8县市出现的很凶猛的71型、哦、请问刘局长，宜兰县已经有肠病毒的71型的案例，总共有几件？请局长你回答一下吧。局长，请答复。谢谢陈议员的关心哈。那目前南武发现那个肠病毒已经那个开始在增温了，
啊，七十一型呢有两件，那这个孩子呢都目前都已经完全那个恢复了。那我们为什么会比较担心七十一型呢？因为七十一型的肠病毒这一块，它会破坏我们的那种脑干的细胞，会造成那种那个神经方面的问题。所以说呢，阮伫前个月的开始吼，我们县内呢，我们相关的局处，我们有县内有一个防疫的机转，那我们已经开会准备做一些桌上的演练。然后5月20号早上，我们秘书长会主持咱县内的这个有关于肠病毒的那个防疫的那个会议。那专攻吼，其实拢有一个标准的，就是讲你若超过到哪几例的时候，你就要进入那一种注意期了。啊，台北是盖炸里面啦。啊，咱宜兰呢，咱有一个标准的，就是讲你超过200例的话，你就要开始准备了。那我们前几天已经有800例了，所以我们会积极的那个防疫的工作一定要切实去做好。对对对，我们每天都在监测。好，你请坐哈。宜兰现在104年都共提供了105623人次的免费接受我们五大癌症这个筛检服务哈。啊，透过我们的癌症筛检，共抢救了1412人的健康与家庭的幸福哦，啊，这多归我们啊刘局长所带领的啊卫生所的各乡市同仁哦，你们的努力哦，啊，本席也在这边感谢你们啊。卫福部国建署4月15号公布啊，2013年的癌症统计总共有99143人哦，发现新的癌症哦。平均5分钟18秒就有一个人罹患癌症，比一年前哦多快了8秒了。目前宜兰县丢牙的人数到底有偌济？我们要如何去强化癌症防治的工作？这个部分也要就叫局长，请你说明。哎，谢谢陈演的关心哈。那这个癌症呢，其实在10大死因还有那个都是排名在第一啦哈。那因为现在的整个的筛检还有检查的那种机器啦，还有整个的那种大家的共识的话呢，所以说那个发现率会高。那发现率会高的话呢，就是希望就是说可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死亡率的话呢，当然它还是排在第一啦。那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就做一个癌症筛检。那国建署呢，它有4大癌症哈，有那个筛检。那我们宜兰呢，针对宜兰的状况呢，我们又多加一个胃癌的那种筛检，也希望就是说我们呢可以早期哦发现。那真的是在这几年里面，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嘛，对不对？对对，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赶快把这些希望。只可以找出来的话呢，慢慢的，因为那个不是说你今天看到的话，明年我们的那个比例就会降低嘛。那这是一个长期大家要努力的。那在宜兰的话呢，我们的人数哦，这边大概呢每年大概我们的宜兰的死亡率呢将近有3000多人，但是里面有将近1/3是癌症死亡。那里面的男生跟女生的比例的话，男生是差不多比女生还多。那女性的癌症的话呢，在全国的评比呢，我们是在后段。那但是呢，我们的男性的话，在全国评比的话，大概是在第10位。所以说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努力的空间。我想这个呢，我们在推广这个癌症的筛检的时候呢，也很感谢呢。那我们的很多的我们的议员啊、民意代表都帮我们去做一些先导，在这边也感谢。那我想这个工作是要大家继续再努力。好了，您请坐哈、哦。就像我们局长哦。失智人口哈、哦、逐年的攀升哦，我们长期照顾成头痛的问题哦，不同的阶段有失智哈、哦，也需要有不同的程度与照顾哦，对患者以及家属都是长期的抗争哦。要请问你哦，宜兰县目前的失智人口到底有多少哈、哦？你等一下再回答了哈、哦。咱宜兰县对轻度以及中度的这个失能以及失智者。最需要的就是预防以失能的恶化，甚至有什么长照的服务哈？啊，你认为这样是足够的吗？好，等一下一并回答了哈。啊，对失能失智者哈，身心这个健康的促进哦，减缓要减缓伊的这个最有效的功能哦。就是我们社区哦，日间的照护中心哦，到底我们宜兰县有几家哦？
你也等一下 一并回答、哦、在这边我要请卫生局、哦、你们应该要积极主动去关心有需要的这些家庭、哦、好像有 98% 照顾者表示照顾者他常年登记以来都无歇困，导致他身心非常的疲惫，精神也不好，照顾工作家的人感觉说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哦。都这几年来包装杂志陆续有报道这些家庭照顾者因动不了这个压力以及这些负担哦，发现到说出现有虐待自杀这个情形哦。照顾者成为另外一个要让照顾的人，所以说本社在这里希望说卫生局跟我们管政府推动各项的长照计划，请你们一定要落实宣导的工作，让家属能够好，感谢陈汉忠议员以及林烈贤议员两位的联合咨询。那我们、哦、休息十分钟、哦、再过继续。啊，今天卫生局长、消防局长都功课做得很特色哈，大、哦、家特别给你们奖励。
好，各位同仁请就座。所有的决定啊，快进来啊！时间不要浪费啊！那个吴秋林议员不在哈，你不会接手了吧哈？吴秋林议员不在，我们请陈宏禧议员。感谢哈，主席啊，两个局长了哈，各位主管了哈，各位同仁大家好。我首先请问咱那个卫生局哈，对咱宜兰县哈，咱那个厨师的证照哈，咱总共发了有现在有总共的列管了多少人？你知道吗？有没有？局长知道吗？局长知道吗？要跟陈议员说哈，因为那个数字呢，我们现在不清楚。但是厨师的每年呢，他们都要上课，我们都要他们都要接受，每年都要几个小时的那个课程，我们都会办。对的啊，每年那厨师的证照总共有多少张发出去的啊？从事那个厨师的有多少人？这个里面哦，这个详细情形可能我们回去再整理，因为有两个工会，那我们是第几工会有在跟他们做教育训练？其实哈，我跟你讲啊，你拄啊，我出席你家咧学了，现在家咧考者你都袂记哩，唔知啊，这还是要准备一下啦哈。是是。再来三，那那里哈，总共我们办了那个我们讲席的话，分了几个梯次。几个梯次？这个厨师的讲席的话，我们是食药科在负责嘛。那这一方面的话，可不可以请我们食药科科长来？来也不知道。好啦好啦，还挖进来，还挖进来。那现在哈，整个哈，前几天的报纸啦，就是讲现在我们整个社会上的那那餐饮业啦哈，在外食人口也在讲占的比例非常重。那翻了几番啦哈，也在讲现在大部分的人呢，哈，都是外食人口比较多了，所以注重我们在餐饮卫生这一个部分呢，我希望讲咱卫生局，爱再加强的辅导一些，餐厅业者啦，还是一些小吃业者那边来辅导他的安，和咱民众哈吃得安心啦，好，我希望讲咱局长这边再用心一点了哈。是啊，再来就是讲，2001年我们这个受热菌的问题，那安全安心标章这个哈，现在贴了那么久，到底恁有去再去查，还是讲打了啊？就是啊，没有再用。我们那时候来申请的那个安心标章有将近200家嘛哈，那我们还是定期都会去，每年都会去查。那当然重点还是说我们的不是、啊、每年都去查，还是说他安心标章已经拿到了。我们还会去了解，就是说它的那种货源是什么，而且它的标示一定要很清楚。然后我们也有快筛的那则那个试剂呢，我们也会定期去抽验。一年抽验几次啊？那一年的话呢，我们会至少都50家次以上。50家次。嗯、啊，我跟你讲，那就是讲嘛是有人嘛是，就安心标章贴上去，啊民众嘛看看，啊就好好去啊。对于瘦肉精这个问题啊，现在是美牛嘛，啊，你对于那个美猪的开放进口，你的态度是怎么样，局长？目前还没有开放。不啦，啊、开放现在伊莎利用信誓旦旦，美猪要开放，我极力的反对瘦肉精嘛，啊，其实中央政府有这个10 ppm 的安全规则嘛，啊，其实在整个是立功的10 ppm， 立功未来咱。我们台湾人饮食的习惯，噶大家都不敢换嘛。那嘛是内脏啊，是大骨，那含的含量也会比较多嘛。对。啊，过来一些的那个，肉制品啊，你也看不到，你也检验不出也许含瘦肉精到底多少。啊，你结果安心标章你们给打给你，有啊不？有没有这种？我们是针对餐厅他提供的。对呀、啊，可惜因为牛肉嘛，我们还是定期，就是说他必须要标示说，你这个人不是讲干哪讲无瘦肉精，他必须要标示说，这个牛肉到底是咱台湾的，还是纽西兰的，还是澳洲的？啊，肉制品这边你有没有办法去查查？因为上原料你都不知道嘛。
颜料也要查，因为我们颜料不是的，颜料是来在上面的啦。食品工厂的话，他们在制作的过程中也必须要有标示。马建南，我今麦要跟你们吼，现在整个美猪的开放，你认为呢？美猪的开放吼，其实吼，我们想想，不是卖公其实啦，你别照原本的是坚决的反对。十年前吼，卖公十年前啦，我现在目前为止啦。五年前那时候在美牛开放的时候，台湾的那个食品安全的那个食品卫生法里面呢，就是为了这个事情，然后过两年以后呢，我们的那个食品安全哦管理法里面呢更完整，那里面的法则也升高，不是那里面的重点是标示。局长，我对你外的讲啦，你卖公去卫生管理下中央了吧？我对你个人的看法，你对瘦肉精开放这个制度，你觉得怎么样？美猪这个问题？你别赞成还是有意的，有条件的开放，还是讲坚决的反对？安尼简单得无啊？目前美牛就是有开放嘛，但是有三关卡。你猛加，你买，你不要严他嘛。啊，因为目前还没有开放啊。对吧？美猪开放，你认为现在那的假设性哈、啊，美猪对于美猪的开放，你认为是赞成还是有条件的开放，还是坚决的反对？因为这个牵涉到吼一个有的那个。我讲了，局长。我讲你整个嘛是问题啦，好、哦，你整个嘛问题啦。迄当初那坚决否定，未使几百啊。现在就是脑筋在转变了啦。我希望讲吼、哦，对于瘦肉精的开那个进口啊吼，要安那食的安全的时阵啦吼，我感觉你要强加的把关啦。啊，你安心问题，你得讲一套做一套啦。好、哦，我感觉你对这个方面吼、哦，我感觉你也是脑筋稍微拍歹去啊啦，拍歹去啊啦。哦，为了受到中央的影响，我讲这也不是政治性啦。你开放你就不爱，我就不爱吃嘛，我要知，我要严选呐，是不是安尼？我起码跟整个政策不一样。我讲你个人的意思是怎么样啊？对不？所以讲你莫把这个政治性放在你脑海里面啦。我干嘛你要被安那来把关？对县内的我们县民怎么吃的安全，来把关是较重要。对，你现在是以政治性来做考量，我都来问这么简单的呀、啊，吼、哦，搞定嘛？所以讲也不要用政治的考量这些问题的哈。过、哦、来，我请问你哈，咱县宜兰县内产乐护理之家总共有多少间？目前有两家，有两家啊，都合格吗？哦，他们都每年都要经过那个卫生部的评鉴。只有两家而已。对，两家。啊，没有执照的有几家？那个不是说没有执照，而是说那个坐月子中心。啊，坐月子中心。啊，刚才我来讲，啊，都合法掩护非法嘛？有总共有几家？在我们县内的。目前有两家，但是我们还在辅导，因为有一家他现在休息，所以说有两家，我们还是在辅导，因为中央也希望就是说这一些坐月子中心呢，它可以归入我们的那个产后护理之家，才好做完整的管理。啊、哦，我希望讲吼，在整个来坐月子中心的上面啊，现在少子化啦，难免声音那些不简单啦。是啊，对坐月子中心啊，是讲护理之家啦吼，对这个咱那类产妇啊，是讲儿童哦，咱那有一点保障啦，未使讲让一些非法的业者啊去经营这一些啦吼，是没有照顾到，当初也惊了，不知道怎么去选择啦。哦，啊，你有什么一套的做法？啊，现在总共。你讲现在有两家，那只有四家而已啊、哦，是不是？咱宜兰关两家还没有合格嘛、哦？哈，那两家合格的厂，我不是不合格啦，是我们要辅导他继续辅导成为产后护理之家、啊。不合格，我起码来讲，现在总共那你坐月子中心的有两家合格而已啦、啊哦，符合我们的产后护理之家，哎，可以。啊，其余有几家你不知道？其余有两家，两家而已。那总共我们护理者一家现在休息，做月子中心的也四家而已呢。总共啊呢，两家合格，两家不合格，是不是呢？你哪不知道？你叫客厅回答了，我要跟啊。没有，不，那个不是不合格，是说这些做月子中心呢，它需要它的那个的服务的那种功能，我们要辅导它变成产后护理之家，这样的话，它才可以具备更多的那种。那个我们的那种评鉴啊，也希望提升他的品质。对哇、啊，啊，就是讲你要去辅导，我起码有两家还没有达到标准嘛。我们继续在辅导。那还有多少家暗藏在各个地方？
场地所在，你有去了解不？哎，我们有积极在了解了。有几家？目前得到的信息是没有。没有，那就是讲四家就对了啦。啊、哦，我希望讲局长，今天好对这个您都没有确实的。虽然讲现在少子化，人要成因啦，啊，现在在家里，工商社会时代，老爸老母啦无法同像以前讲照顾一些产妇啦。啊，我希望讲对于那边要鼓励生产，嗯、对于做月子中心啦、社会啊，要有一个合法、较好的所在，可能他们就会去疗养，还是去创啥物啊？对不？我看局长对这一方面要去琢磨用心了、啊。是，我们这一块的话，就是产后护理之家有一个设标了，我们还继续在努力。对吧、嗯？啊，上次不是全国的大新闻弄地摊家啊？啊，你这现在怎么处理？那一家他本来就不是坐月子中心啊，他、啊、是坐月子膳。啊，对，赶快立署啊，对不？所以他已经那不能不能辅导。要是说他没有诶、欸，你对他想要做这块的话，我们去辅导他。他现在坐月子中心，他现在是诶的比例，他一个照顾几个？照顾几个？一比几？那个坐月子中心和那个产后护理之家，他的那个设标是不一样。多少？二的二的产后护理中心呢？多少？产啊？我们科长这个数字他会比较清楚。一比多少？1:15，跟议员报告。对，不对吧？护理之家，产后护理之家。1:5啊，1:15，你搁看、啊、你，一个顾15个囡啊，你那是？他是照顾，他是护理人力的部分啦、啊。对啊，1:15啊，1:5，你搁看，你搁看，你查查看。因为他还有保姆的部分，所以是1:15，嘿。所以说是1:5啊，1:15。哎、欸，你搁看我哎、欸，科长，唔通安尼补咧啊？保姆是1:5，那护理人员是1:15。护理人员1:15，保险你也相关法令的提供，我会提供资料。好、嗯哦，所以说哈，对我们整个咱宜兰县的哈卫生照护啊，我感觉还有一些不足的部分呐。是啊，咱李老公，你拍平，我感觉你都无拍平啊。啊，你是以政，你是以迄个啊政治。政治意识的形态来去处事嘛，对不？应该爱走，你都不爱走。我拄好来用瘦肉精这个问题，跟你问下咧。啊，现在呢，我们食品安全卫生这个自治条例，你当下提出来，所有地位拿得出来吗？拿得出来吗？提出来不？你以前想要提出来咪啊？现在阿弟你的拖地嘛，拿得出来吗？我们在研议啊。啊？嗯，在研议啊、哦。议员有指示啊，那我们再研议。啊，那我今晚刚12月拿得出来吗？还是他今早提出来？因为这牵涉到说，你的效率哪做个明白？那个中央这五年里面呢，他的那个哪边中央政府，我们依然现在担心法规的那个条例已经非常严谨了。对了，还非常明显啊，就是讲我们要宣示的效果，依然现在怎么样？但依然观察你讲的雄厚密啊，哎，觉得不含怎么样？啊，你若提供，哎，这个有收入金，那就不爱去。啊，这个有什么，我们就不要去，对吧？你有办法做安尼嘛？有这个标示，我们本来在美牛的时候就在做了。美牛啊，你也不彻底啊，我给你敷衍而已啊。哦，我们会再努力。不是、啊，我起码来讲，现在整个宜兰县的这种食的安全，我都来讲，厨师过来进阶，好，啊，你边哪走？好不好？啊，那个食品自治条例，我到底是？有没有啦？所以说我们现在在研议啊，研议我们有在研议。后来后来，给你提出来了，还是我替你那个，我帮你提案，哈，啊你12月多少嘞？好不好？我们帮你提案啦，好不好？啊你就比照办理啊嘞，我们让议会来提案这个自治条例，会使不？局长您认为嘞？还是我议会较紧啦，对我们宣示效果，让宜兰官。打第开第一枪，那我以为来提出来，好不好？要不要啦？因为哈、哦，我嘛差不多，自治条例这里的案子应该嘛在我可以提案啦，超对列是参考啦，你哪赛我就从这边提案拿出来了，在我们议会了，好不好？局长，啊，你的比照办理得啊。欸、因为那个中央的那个食品安全的已经整个的修法哦，它的完整性比过去4年前更完整。
它的华泽也增加了很多，所以里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重点都已经涵盖在里面了，包括标示啦，它三管五卡，那整个的那种食品的那种检验啊，我们都积极的在做。啊，依在恁的宣示效果拢是好些的。所以意识形态不要那么重了。没有了，我们再继续努力了。继续努力，我咧看你讲。还有今天的报纸啊，说有洗衣业者啦，两个夫妻都是血癌死亡。你对这件事情，你认为呢？局长，你有看？你有看这个新闻？啊，我今仔日吼，准备议会的代志，所以今仔报纸拢有。无啦，伊即嘛就用干洗剂，以这个四氯乙烯啊为干洗剂那个溶剂啊。啊，我会去了解。我想这一块的话，我们会去了解说它那个成分怎么样，对人体有没有什么样的伤害。我跟你讲啦，在中央的单位里面提案的时阵啦，我希望说啊是怎么去教导民众啦。好。他的洗衣现在可能是合法的，因为那个都是化学品啊。对了，可能现在合法了啦。可是对于整个哈，我感觉嘛是要让民众知道了。是。对这一些。对。啊，不然沙特去洗啊，那没有在那里晾，在晾在通风的地方，可能咱穿起来也会受到污染的，不一定哈。是。好，谢谢了。我希望意识形态不要那么重了，按那走了按那走了。是，你也是，好吧，请坐。欸，局长，我请问你啦吼，对于那个消防衣吼，咱消防那个消防衣啊，咱使用年限是几年？谢谢陈议员的关心。他所谓的不是使用年限，是可以报废的年限是三年，但是如果它功能还可以用，是可以继续使用的。啊，咱有没有去健检？咱老去保养啊，啥呀？有，我们今年从二月开始有我们抢救课。全面性的，包括义消的部分，我们都检验过。检验另外，我们会建议义消哈，有关本身如果上面污垢太多的，我们已经找到厂商可以做全面的清洗，这样可以提升它的功能。不是啦，我来讲啦吼，局长是对于整个咱的那个防护衣哈，每年的话，我感觉啊，你要编的一些费用啊，就是防护啦，一些健检啊，是看啦，一些再修理。虽然讲咱讲三年，中央规定是三年啊，四年。三年就可以报废了。啊，我干嘛？要是说保养得宜的话，应该他都做较好了。对于明年度的预算哈，是不是讲再编列一些，也可以去检修的清洗的预算，啊，可以延长它的寿命了。要是说有钱的话，我们尽量就把它淘汰掉了哈。对于我们义消的安全啊，企业的警消哈，都要听你讲，就是讲现在义消人员在整个人力不足当中，让警消不足，现在不足的。三分之一嘛，三分之一。那现在你说在107年度可以全部把它充实的人员充实完毕吗？不啊，你不是说104年？增加51个，在108年全部投入的对吧啦？好啦，我希望你局长你较拍拼啦吼。对于哈，前年度咱霸王级的寒害哈，在我们宜兰县，咱平地上也是很多的寒害。啊，你有什么预防措施？哪公要是碰到这个很意外、很突然的寒害，还是讲大水灾，你有什么应变计划？我们消防局这边。陈员对有关这个灾害抢救的部分呢，一向都很关心，而且本身对这方面也有专长，所以寒害的部分，那么去年我们针对这个有向县政府提供一些建议，那这些意见包括整合卫生局、社会处、警察局跟市区工程处相关的建议。那我简单的跟陈员来报告，第一个就是有关管制期可能的设立，比如说高山地区。因为寒害的关系，以前我们很少因为寒害做交通或区域的管制。这个部分我们已经请中央如果是路面积雪啦，或是观光区，如果有因为寒害造成下雪等，要适当的管制。好啦，第二个不是啦，局长，我见啦，这整个灾害防变已经作为一个主打单位啦，啊，牵涉到各个层级的话，公路局啦、三位啊，那是恁来去协调啦。我感觉就是讲，咱整个宜兰县要有这个应变能力啦。是。唔通安尼吼，到时候手脚慌乱，唔知要安那去处置这一些啦哈。啊，对宜兰县吼，咱整个咱的迄个水域哈，
属于这个安全这个问题吼，你嘛要去了解吼，要安那来针对啊，尤其这几年咱那的溺水事件呐，一直在攀升呐，要安那防范呐，我感觉这是咱台湾的一个大的耻辱。咱依然，咱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了哈，结果呢，咱的溺水事件呐频传，我感觉这是正跟咱台湾人的。诶，比啊是到底什么原因？我咱爱去再去检讨了哈。是，过来就是讲吼，列为全咱重大不合格的场所，咱今嘛伫倒位啊？咱宜兰县在哪里？我不晓得陈议员所提的重大不合格场所是。有，您网络上有这有一个啊，就消防安全检查重大不合格场所，现在宜兰县有哪个地方？哦，这个部分是有关消防安全检查不合格的部分，我们会提醒消费者注意。那这个部分呢、啊，我们在网络上啊有，稍微统计哈、哦。那目前啊，今年呢、啊，我们检查的结果有开举发单啊，有十件。那这个部分我们都会适当的公告，让民众知道啊，让消费者知道说有一些场所它的消防安全设备是不合格啊，我们会持续要求业者直到它改善为止。不啦，局长，你来对的用重大不合格的场所哈来对，例如来对啊。是。就只有一个啊，啊现在网络我找不到，你讲有十个嘛？那个我讲的是开举发单的部分，就是有不开举发单啊，基本上一共消防安全设备不合格啊，就东森海洋温泉这类啊，啊他其实市区还在营业啊，啊您到底现在有没有去采访？这个部分在今年三月我们已经开始给他举发了，所以举发你不要他走，既然网络上有这么大片的报，那个您在您的那个公共网络上面。你都要去处理嘛，唔当袂使坑个坑地啊，衍生一些问题。那还有老旧房屋要失联的问题，这里希望讲今天的报纸也有刊登出来。宜兰县有很多地方不合格，到底你嘛是要去检查的。对于二十年那里营业的房子啊，是好老旧。好，谢谢谢谢指导，谢谢。陈宏许议员，继续我们邀请吴文模议员。主席。下面我们有四位要联合咨询哈。好。有我，还有张秋明，还有黄世钊，还有余湘德。好，我就请余湘德先来发言。好。主席哦。各位两位局长，各位同仁哈，各位科长。那个有关那个消防局吼，我那个我请问咱的徐局长吼，你来宜兰县那个消防局已经这年资多久啊？我是民国八十一年来，今麦已经24年啊。哦，讲起老资格啦吼，所以讲对消防的这个业务，你也想非常这个啊驾轻就熟了，也是安尼讲吼。我这么日本讲，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科长吼。你们有人台语听无？台语听不懂，请举手一下。应该你拢要讲嘛吼。我即马是感觉一个怪象，检察局也是一样吼，消防局也是一样。即马一挂先进的这个消防人员吼，坐伫柜台，老百姓敲电话入去，讲台语，伊听无。对不起，我台语听不懂。我想讲，这款呢是救灾的一个单位哈。如果呢是讲一直拢安尼的时阵，如果发生重大的那种灾害哈，这拢抢时间的哈。如果呢是安尼，佮叫另外佮一个人来听，你若佮边有人随时叫谁有无要紧。若无的时阵哦，过去外口佮去找人入来吼，我看厝怕烧了了呀。从这点，我们没有办法啦。这么新的一代哈，尤其是替代有马龙拢住进我们分队里面嘛。从针对这点哈，恁爱有这个主权教育啦，主权教育哈。学语言不是讲一天两天就学起来。如果那是讲真正拢无法度，尽量不要给他坐在那个服务台听电话那个位置啦哈。这是肯定。甲您建议了哈，过来在上咱张局长伫顶次会的时阵，我讲宜兰县为着这个地震的问题、天然灾害的问题哦，那每一户我们都发一个急救包，这急救包哈内底的内容啊，为是为了
那个时间的限期的那个物件。啊，所以咱到即阵啊，咱无法度去甲更换。如果那是讲县政府碍于预算的困难，哦，无早起换，无想起嘛，我们要做一个先导。哦，啊，你们家里急救包什么应该换，什么应该换，哦，这点你爱做啦，无你当初的美意吼，其实到尾真正发生事故，像那个5月12号发生那个五点多诶，这个地震吼，啊，那个加两级吧，暗都灾害就来啊。所以讲有东西要使用啦，啊，这点你嘛爱去注意吼，啊。再来一点哈，你们大炮啦，那个卫生局哈，啊，我有听这里一般的那个护理人员哈，他们的那个工作是非常的繁重，啊，一般咱的病院哈，不管是大型的还是中型的、小型的呢，拢有这个超时加班的这块的问题哈，应该你们在座的也很多是护理人员出身的，你拢家了拢知啊。啊，即嘛护理人员，我常来咧讲，他们也适用劳基法，也适用劳基法。如果超时加班的话，只要劳工处他们愿意，哦，啊，劳工处佫无去查，其实讲起来，病院伊也不用负担什么，去查到了再还嘛。哦，啊，如果来讲，啊，真正的人力不足，必须爱加班，还是讲紧急事件必须要加班，那是无可厚非。但是哦，为病院听讲，加班无法加班费啊。哦，加班无法加班费。我针对这点哈，啊，站在我们卫生局的立场，因那个是整个的是劳工业务啦，劳工业务。但是咱来先欢迎，咱来先欢迎。一般劳工处这边的差，在事业体，伊拢找工厂，因无去病院去了解这个代事啦。所以讲啊，像这个问题吼，我希望讲我们。卫生局哦，针对护理人员上班的情形、加班的情形呢、啊，做一个统计，哦，做一个统计。啊，对那个医院，如果真的有啊没有花加班费的，还是有违反劳基法的，你们要加以劝导。哦，啊，希望说在这半年后的时间呐、啊，哦，后一次的这个定期大会的时阵哦，把那个统计数据哦，啊，调查结果。好，我知影一下，哦，这点我要求。过来，我们对食安问题，哈、哦，食安问题，那拄到大代志的时阵呢，哦，全国各县市的卫生单位呢，大家总动员呐、啊，啊，即卖一个太平年啊，哦，迄、那个代志又个在消费者一个淡忘了。哦、啊，淡忘了，我们稽查人员可能我们那个脚步也比较。謝謝也比较松散了、哦，其实我甲看恁的资料，里面有在稽查，啊嘛稽查有一寡成果啊，但是成果恁家己知尔，老百姓唔知啊，你知？哦，老百姓如果是个案，哦，伊就伫遐局部伫遮卖，那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是中盘商，那就大问题了；如果是大盘商，那是更大的问题啊。所以讲，我希望讲，我们卫生单位如果说稽查发生有食安的问题，哦，有食安的问题，你要公告，你要公告，让消费者知影。我想安尼才有达成咱这食安检查的这个目的啦，吼、哦。啊，这点我请那个我们局长，哦，用最短的时间答复一下啊。好，局长请答复。谢谢游言的指导哈。啊，马贝卡，各位议员报告就是说我们。从去年呢，那我们的稽查能力呢有在增加几位哈，然后我们就实际的在做一些很多的查厂啊，更单的是讲，过年到今嘛，我也针对县内的一些冷冻库的，我们主动去查厂，结果我们真的是查到很多的过期品，那我是觉得说我们还要在这一块还在努力，而且给那里。他过我得到一个信息，就是说检调单位新北那边有针对五星级的有一个海产的那个库房，那他们也针对这一个呢，要联络呢我们派出稽查队，那到各个相关的县市呢，相关有供应的这一个食品的一些有没有过期品，那我们现在稽查队已经都出动了，
到县内的相关的这一个他们的供应商呢去做一些检查。那我想呢，这种代志吼，那是不能休息的啦。那我们每天呢都有排例行性的，不只是我们自己的检查，那中央的专案也有，甚至呢，食药署他们有那种东检队呢，他们也会亲自的来这边检查。那我们现在在做这些抽验的话呢，有时候也要跟警察单位还有调查站呢都会一起去做。所以说我们是没有停止的。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慢慢啦吼，里面的一些食品的那个过期品，其实我们现在发现说还蛮多的。那我们也希望说慢慢来导正这个现象。以上报告。哦，代表主席，老局长、市局长、各位科长吼，大队长、主任、组长，各位同仁，大家午安。我来先请教迄个市局长啦。东山消防分队今都已经一笔使用啊，阿妈请甲你感谢，讲咱消防局真用心，甲迄个听声做甲遮尼好。但是我要请教，东山消防分队即马你有要甲准备什么物件爱过入去内底无？好，请到。啊，我伫想，张议员甲咱东山地区的议员拢一直咧关心，讲是毋是有新的装备会当充值吼？啊，这部分我在每年吼，这个司法界工程，然后新买的车辆，我会优先派入去内底，甲张议员报告。什么车辆？你啊，卖什么车辆？我跟你问是什么车辆？哦，因为车辆的部分吼，我伫想东山靠近这个工业区啦吼。啊，渐渐伊嘛有一挂大楼啦吼，啊，有关车辆这部分吼，我会到时候会甲咱东山分队整个会再研究，啊，绝对会派新的车入去，安尼。是。你拢袂记哩代志，你当时甲本少伫谈的时阵，是。事实你嘛知影，咱钓着江阿区，离东山上近的。是。离着江阿区嘛无偌远。是是是。我即摆遐好听下。你即马连一个化学消防车拢无，泡沫消防车嘛拢无，对毋？是。何况卖广告做分推车啦。是。这物件你无去甲想，像汽车车，更加是搁需要的咧。是。啊，你袂使定来讲讲明年。对。你即人阵啊，你就要较紧的落去做处理啊。你袂使讲明年啊。好。你讲到明年这个物件，你若假使这边有啥物重要代志的时阵，你要安怎？较早是讲啊，都无位当啊放，恁会使提，哦，一提再提，提二三十年啊。即马有物件，你竟然搁提，讲搁提明年，本是不以为然啦。我是爱甲你讲讲，即件代志你要尽速落去。是，我虽然研究了，爱甲丁议员、甲东山地区的议员来报告。对，啊，你天候的变化即马哪大？你请坐。好。天候变化哪大？无管来是寒嘛，寒甲超级的。热，这么再来超过40度无算啥，对唔？爱旱灾就旱灾，啊！若见热到过头的时阵，遐野火种种才会发生。你嘛是爱思考这物件，应该布线，伫山区或者是应该爱布线的所在，你要做预防的工作。你袂使讲等下讲遐物件安尼讲哇啊，当欠西欠。你应该要尽速提出您的作为啊，防患未然，这是对的代志啦吼。我望讲你会当搁较用心伫这地内底做处理。啊，我拄啊听讲咱消防局迄个警消啊，欠啊一个，啊，东山这两队拢总共欠几个？目前东山甲光兴本身啊，拢一个是十个，一个是九个消防人员啦吼。啊，目前是因为有部分的替代役的支援啦，啊，所以若新的人来了，我的这部分会过来补。预定我东山可能去加差不多四个人左右啊。请问替代役的人，伊有哪消防的出来吗？伊有受过EMT1的训练，啊，即马目前。
财政力不足的情形下，伊用支援救护是。支援救护，但是伊无甲你像讲咱的迄落遐尼长远的训练呢。是是是是。也毋是讲做有法多讲，甲咱的工课做到上标准上好咧。是。你要注意这点，咱有当时因咧看呢，无训练到遐，咱若派伊出去出勤出任务，啊，若出问题，咱无在了讲。迄落，我就毋盲讲你即地爱较紧的做。以先来做好，做好，因为东山人口是宜兰县第三大，所以大马拉拉得进步，你唔通这物件，我安尼搁甲扛落去。我看起来你的迄、那个二销嘛受伤，二销你即马买我看唔着的。是。东山我看二销，那救起来嘞？是。你有感觉？即马要欠我这个。二销目前的编制是620个，那这两计划。我的同仁甲包括二校的军队吼，甲阮二校总队同齐拍拼，这两计划增加54个，所以渐渐我会阁利用这两计划吼，将这缺额的部分吼，尽数来甲尽量补足，啊，包括东山的部分嘛，增加3-4个伫咧，是。对啦，二校是牺牲奉献的，啊，你予伊来吃，恁有当一寡物件，恁嘛爱甲受着因，恁嘛人嘛，对。恁想讲，若要比赛要训练，对吧？你应该啊，做地水爱好食。你唔是讲后壁人挂门了倒去咯？啊，安尼来讲，恁这个单位都免弄个种，以后拢叫挂门来换倒也是恁换。哦，恁爱未使定就讲，哎，挂门来装出钱，卖用这款来想法。是。应该是大家互相将这个工作做个上好。是。我拄下讲过，即卖天候咧变化真哩大，哦，像地动。风台做大水，哦，咱两个嘛革命情感过啊，对不？迄当阵来艰苦拢知，但是迄个物件啦，确实咱无甲伊，咱已经发生过迄个物件，咱若阁做无好，卖讲未发生过，咱毋知影讲要安怎准备。发生过迄个物件，咱阁做无好，啊，准备无充足，咱防降、防降都应该啦。是是。我感觉这点你也特别，哦，特别个。用心一下吼，是，多谢张议员的提醒，谢谢。好，谢谢好。啊，我来请教卫生局哦。迄个，咱的登革热防治是疾病管制科管的嘛？来，我请问咱的徐科长哈。徐科长，你迄个登革热，你什么目前安怎样处理？请答复。主席哈，跟张议员报告。关于登革热，目前我们宜兰县内哈，今年度还没有疫情产生，还没有案例。包括你安怎做？你安怎做？嘿，这我一直在加强疫情监测。然后，事实上，登革热上重要的是资深员的清除这一块。啊。对，资深员的清除。啊，资深员清除，你安怎清除？我大家拢好，嘿，各位诊所，我有志工会去，还有看每个场所，我们每。哦每个月都会有8个村里会做那个病媒密度调查，哦、然后会把那个资深员做清除，都、就是然后上面追烫行追的时候再弄一个多少钱起安尼。啊你啊，你来讲像安尼来讲，像东山79.85的平方公里啊，东山卫生所做会起啊。即个咱要是爱社区的合作，对。好，好，你爱啊，你还个电话机还个什么作为？嗯。还有什么作为？主要是还是加强民众的风险沟通跟微教，那让民众知啊，咱这个观念就是一定要把自身很清楚，都可以预防登革热。我想徛在，好，你请坐。徛在你的你管理的这个部分是，我要你安尼做，你家己的工课部分你是有在做，但是我要甲局长讲，对不对？不是讲过咱卫生局内底这个人甲志工来做就好啊。本身已经提案，请恁县政府要成立一个跨局处的组织，不管是由恁来领导，或者是多些个所在来领导。我比较简单，哦，你看教育处，我去年伫第一小组，伫阮吴秋玲召集人的号召之下，阮去看真侪间学校，结果学校内底的水沟10多年唔捌去清，迄内底我安尼挖去，我个味安尼偏着我呢吼，强要变白，变白听有啦。拄仔上顶下你讲说台语
冰白听无？要吐要吐迄款诶感觉，你知？毋是有心啦，要吐要吐。迄个代志，大家安尼是，你个想看卖？影响落去，你会安怎样嘛？哦，影响落去安怎样嘛？搁煞咧，毋是讲教育处来甲你斗三工就好。遐小朋友个定，嘛无一定钓小朋友啦，嘛钓老师、钓校长啦，嘛有可能钓到遐民众去内底运动个啦，伊拢有可能钓到啦。啊，是安那即地，啥物去处理？哦，过来，咱个农业。像您讲的汤啊，即马热天啊，啊你甲放到遐，哦啊出国，啊是去查某囝遐，一礼拜无转来，无啊菜，无安那去我唔知啦。但是迄汤水啊，就开始恁摇摇动啊，迄摇摇动的事就会做出去啊。那假使农业这地，会当我甲恁斗三工，因派出应该安那去看，这人去斗三工。自然，遐资深员的检查，过来，建设处爱斗啥工？一定爱斗啥工？有空处也好，有咱伫新起的厝也好，迄内底，可能像前几啊天拜五，迄个上迄个大雨，内底拢入去。啊，若一礼拜了后，伊才开始搁去做工，迄内底搁硬硬动啊，啊，迄个送去处理。会使去处理。我讲你讲叫卫生所实在讲起来，喏、哦，伊做诶拢总是有限啦，都有限。哦，一过来，把你考试有无？我甲你保证有啦，我咧保证有。啊，若考试，这人拢振动起来，拢振动起来，拢落实落，甲做好，甚至全民拢振动起来。你当时。资深员减少，对，你到后壁防治就加真快活。肠病毒爱啊啦，勤洗手，对不？食物件卖用手温的你来食，大家拢知。但是都是安尼，我阿母较早安尼薄薄安尼暖安尼，简单的水滴我咪好咧，嘛是无要紧，是啊无要紧，迄是幸运无要紧。但是即卖囡仔比较干咧，较薄啦吼，总是这部分我嘛感觉吼，感觉需要讲各位一个真正落用心。迄、那个议会所提起的是，干呢这个会期才送出去，吼、哦，才送出去，应该会伫恁遐。后头你莫甲讲，叫遐许科长讲是啊，讲哦，这份都伫做安尼，甲迄搭顿啦。安尼我就阁问你啊，吼、哦，我想，我爱甲恁互动的，当然是咱全民的。健康问题，我嘛希望讲恁这个工课当落实较好，这个若做出物件，就会当伫下届别个项目内底，咱原来会当受伤来抢来杀。啊，若安尼来杀落去，真正做甲会好，咱宜兰县免讲麻烦，上少无咱要着登高热的几率，会使讲更加详细。哦，这点请你来做一路。局长，你敢有头一点要讲？好啦，要讲，无你讲看，看看你看我，你有什么？我感觉，你感觉我安尼，我讲安尼无对。谢谢张议员的关心吼。其实你关注的足济啊，真几当来嘛是讲各个业务拢真正互阮真济咧鼓励啦吼，那嘛足好个建议。其实你遮嘛爱甲迄个大家议员报告，就是讲吼，我有成立一个防疫小组。啊，这个防疫小组呢，不只是讲登革热尔，那肠病毒啦，包括咱前一段时间迄个啥物，迄个字卡，吼、哦，那监测呢，足重要诶。所以防疫的话呢，不是只有卫生局一个，吼、哦、一个单位。我有觉得防疫的那种编组，那编组的话呢，就是很多单位都会过来。那我们见各位嘛，要办一个迄个桌上演练。那桌上演练，我们就是用登革热。所以呢，我们一定会遵照议员的指示呢，我们会把这个落实。那相对的，就是痰病毒还有支卡，只要有任务那个防疫出来的话呢，我们这个就会启动。哎，对啊，桌上座位跟床上座位嘛，不好。你了，我讲的是要落实。对，实际的话，落实到真正要人有去给你看咧啊，都在讲答案嘛，讲个足好听呀。问题是，伊真正有去看无啊？是。伊若无去看。有好无？无好啊！对，那有什么好？伊都真正爱去
落实所有去看才好，对不对？是，哎呀，每一个所在，大家来弄迄啰，动起来，唔知哈。好，哦，你讲甚至讲陈连长，对吧？我他妈来个拜托，我需要拿迄啰，哎，甲咱斗三工斗注意者。啊，这个物件啊落实落去，遐民众的感觉都无同款啊。伊嘛啊，我也是安尼无安尼来跟处理，袂使你看别人个，对吧？遐发生一个问题，我看恁内底讲甲。去年十月甲今年三月内底，对吧？有哪有例子啦吼？无管台湾里迄个有一项迄个预算拢嘛演练过啊，然后各个单位都要出来，传理调啦、环保啦、清洁队都会下来。清楚是你答咧，唔是像恁讲迄落要出去外口建筑的啦，你知无？一人停办一工，啊，都各卫生所拢卖歇困，拢去斗行无效啦。我的意思是啥咧？我意思是讲，恁若想要建筑，互因伫办个该互动的时阵，同款意思啦，甲这同款意思啦，唔是讲我甲办一位，啊，剩咧都无咧办，这甲迄无同呢。是，这甲你去，这若要预防登革热，甲迄无同哦，你要注意哦，这是特别爱需要处理的代志哦，好不？好啦，好，你请坐啦。好啦，你等没什么讲，好啦。来，我们徐局长哈，咱消防局哈。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啦。即马天灾地变哦，啊，甲各项的灾害拢有滴发生，所以呢，消防局具备了什么？就是要加强救灾的能力，这足重要的啦。所以咱伫训练咱所有的警消人员哈，包括义消也是一样啦哈。这个要重视这个训练。你若无训练，就袂去刚刚做兵同款。你若无练，你要去讲烧台，要抬啥？袂。背景环境就去用台式要了啊，所以赶快要救灾，赶快我们的啊救灾的啊的能力哦，应变能力，包括现场的各项的知识研判都要很清楚，所以这非常的重要了。如果讲训练不足，哦，你讲一个新的加入咱以下行列的人呢，他没有具备那种临场的知识的，你讲要去叫伊救火啥救生？都有淡薄啊困难，所以呢，我是感觉讲，哦，咱平时无出代志，吼，无出代志的时阵，哦，平时训练的时阵，应该要加强来训练，啊，提升咱的救灾能力，这上重要，吼，这第一个头一个问题啦，吼，啊，过来就是讲，咱的分局，吼，比如除了咱总局以外，咱其他的几个分局，咱有四个分局嘛，吼，五。两大队过来，各乡镇的，这是算小队、分队哈。各分队，哈，各分队哪几个地方需要赶快来做改善的？哎，对，包括了咱诶，听起来，包括咱即马咱利用的所在有哪几个？你说明一下。哦，我先比了。好。哎，主席，啊，谢谢委员的关心哈。目前有关训练的部分啊。跟委员报告，我们每个礼拜都有组合训练，就是分队啊，要开着车子到空旷的地方进行训练。每天早上9点，他必须要发动车辆跟整理装备。每个礼拜二，我们的队员要做体能训练，这是经常性的。啊，至于组合训练部分，会由大队啊定期来举行。第二点就是讲，委员关心的吼，听下我咧想，第一应该是阮。这个打卡啦吼，目前较需要有急迫性的打卡，宜兰、三星这三位是目前阮当时咧积极规划。哎，以上报告。好。哦，刚才讲到训练了，就是我讲的讲，有训练不对，要切实落实啦。你若无落实嘛，无效啦。啊，就应付应付，我就来去操场呀。啊，干那办聊天、办讲是没有用的，实际的哈，哎，实际落实训练，哦，是精良的救援部队，这真重要哈。第二，我讲听下部分，听下比如讲，咱来看讲哈，办那即摆咱讲一个好，讲大客都大客分队组啊，做起完开始就讲这个听下不符合使用了哈，应该早要就要迁走了哈。但是哈，咱顶头嘛真好推了，把特种部队本来说要给我们郊区分队来去进驻，结果现在给特种分队去哦。啊，你们话，咱所有拢滴啊，你给看讲，单去高楼大厦
增加偌济，迄、那个密集度包括救火以后救火，我看真，我看咱大溪的高楼大厦吼，无输宜兰，也无输罗东，所以呢，未来这个所在呢，已经不符合使用，这个听说是不符合使用。我是希望讲，你在县会议也好，或向中央也好，哈、哦，有机会去中央开，应该讲地方的哈、哦、都市的发展进步，咱已经对不着时代啊。应该要赶紧来做听写的改善，吼、哦，要来定出一个计划来，哦，安尼才有法度切实呢，和咱的消防队，哎呀，消防分队呢，能够充分的把装备，包括人员进驻的地方，都能充分的用啊，包括交通的问题，哦，你去他遐，你去看讲，你遐处理路个细条，啊，车擦了了，你要去救援，都会耽误到时间，所以这个、哦、我希望说应该要来做改善，吼、哦，这是我的建议啦，吼，过来就是讲，啊，咱呢，你甲咱的内管的所在，吼，内管检查的所在啦，吼，我们派出去，我不知道我们是，有各分队派人去检查，吼，是轮流的还是指定的，这个我是不晓得啦，吼，但是我是感觉讲，吼，啊，甲张宇同款，我不叫同款，稽查人员吼，敢那派到消防部检同款。其他就要乌白皮啦，啊，态度真歹，伊态度无好，哦，啊，咱消防局，我希望目前是还无人到啦，吼，啊，咱卖有这款现象，我们去到检验场所，发现他不好的，我们应该，用很客气的话语来讲，告诉他，你这做成啥啥啥啥，吼，好因会感觉讲，啊，伊讲的，啊，人讲的才有道理，唔是讲，哦，我来今就叫你这无甲你开单，袂使变那样变那样嘛，哦，这个必要，我们出去的代表我们这个整个消防队的形象。咱啊客气啊，爱有耐心，该解说，即下安怎做啊？当时啊，紧做好，无未来，万不利来发生的事呢？对，咱人来住伫这个所在，也好，还是什么场场所也好，发生真大迄落，安都无好啦。哦，所以即个我希望讲，甲咱的出去检查的人员的素质啊，也要提高，也要加强来。了解一下啦，吼，处理的人，吼，你嘛要去做文件打打，你像我是感觉讲，引起轰炸了，你嘛要去做。他今天访问，比如说他去查时间，啊，你也算去抽样去调查，因的态度什么款，因的服务态度什么款，啊有啊，讲有清楚无？哦，啊，咱若要改善的时候，再讲改讲好，一摆就要改善了。OK， 卖讲我都一样，这样改善，讲那边讲一样嘛，佫袂使，这样是不好的。所以说，这个我们也应该要。哦，在你们在管理上也应该要加强来辅导这些我们出去检查的人员，哈、哦、啊，这以上是我对消防局的看法的哈啊，以上啊，过来请他们刘局长，好、哦，刘局长，咱宜兰县哈啊，在刘局长你上上你带呢，带领你的团队哈，而且讲在这个。啊，卫生跟疾病的管理上啊是真拍拼，真好，获得很多的肯定的。我什么，咱以为所有的当然拢真肯定啦吼。啊，当然呢，这好的呢啊继续哦，啊继续，继续努力啦吼，继续来拍拼啦吼。啊，我直接就是包括就讲，要来请教咱啊，咱老局长讲，宜兰县目前的死亡率最高的哪几项重大疾病是我们宜兰县最高的？都归杨立章啊！你敢报告？我问不真清楚。好，真倒。前三四名，这个就好了，好不好？咱有分两种，一种是十大死因，啊，一种是十大癌症的死因了哈、嗯。那十大死因哪边呢？咱宜兰哦，一年大概有3000多位人那个死亡，那大概那个死亡的人数大那个。十大死因里面哈，那我们的癌症可能将近1000。那十大死因的第一名还是癌症，那第二名就是那个心血管的疾病，哎，那第三名就是肝病啊，肺炎。那第四那个我们比较特殊的就是说，我们的糖尿病的防治在宜兰跟全国比起来，我们是比较好。好、哦，那其他的话就是癌症还是第一名，第二名就是心脏，还有高血压，然后中风这一块，哎，前几名是这样。哦、你这么讲来讲，癌症是前几名嘛？癌症的很多癌症嘛，肝癌、胃癌，对，哦，大肠癌，哦，那第一名是肺癌，啊，对啊，肺癌，第一、哦、啊，第二名是那个肝。啊，这么我这么讲，有没有植物链在提高不？这在死亡原因也是在植物链在提高，有没有？嗯
你的统计，比如今年啊、哦，今年的一到四一月一到四月，跟前年的啊、哦，前年的前四个月来做比较，而、是半年来比较一次，有没有提高的、有升高的问题？每那个年度啦，那个比较是没有，但是每年都会有一个数字的比较啊，数字的比较可能要比较详细的话，每年都会不大一样，但是大概都是占癌症的占整个的死亡的那个人数的话，大概都是三分之一。我这才是希望讲哈，咱宜兰县的，比如讲十大死亡原因就是癌症的十大死亡原因的前几位来做一个调查哦，那跟每一年来做一个比较，好，每几年来做，我们每一个人做比较，对，我们在我们的防治方式来如何遏制它继续升高。减低他的死亡率啊，那也就是表示讲，咱做有改遐，吼、哦，我希望讲咱卫生局啊，朝这个方向来做一个目标啦，吼、哦，重点来讲，咱要防治就是讲啊，让伊这个死亡率哦，啊是这癌症的发生率啊，逐年来降低啊，表示啥？表示咱在我们卫生局的吼、哦、啊宣导啦，讲啊治疗啦，啊关心啊大家拢会知影，哦，咱的国民拢知影讲。癌症的发生主要是什么原因才会发生？让他们做主导了哈。所以我是干嘛讲希望爱安人来做了哈。啊，请坐下哈。啊，过来就是讲来请教讲，我咧看讲各乡镇的护政哎，咱的卫生所拢有排班啦哈，讲卫生会排班来滴量血呀，啊，这是真好了。我唔知讲十二乡镇是不是拢有安的无？局长拢有啦哈。好，啊，咱即摆讲量血呀，让。我们的乡亲知道他血压有没有高，他一定会。他比如说设在郊区的，农会啊，出入人口很多，每天都有人去量血压。但是我是感觉这个办这个是真好，但是我希望讲，各会当加一个啥测血糖更加好。安尼讲，测血糖也让防止慢性病的发生，就是防止糖尿病。他自己本身也不知道，一先刚刚五六百，伊嘛唔知讲伊是糖尿病患者，所以很多民众不知道他什么叫做糖尿病。他们不知道嘛，哦，啊，这就是啊，啊，靠咱，哦，卫生会、国人卫生所加强来宣导，讲，让因知影讲，这里慢性病，哦，病所，哎，最主要还是糖尿病。你糖尿病一发生，你全身都会出状况，这个是很重要。我是讲，哪会当安尼来做呢？我相信绝对会当提高咱所有乡亲对医疗的知识，包括讲对身体健康，家己会当了解，安尼才有法度充分讲，予咱宜兰人。健康啊，个个长岁寿，这是上重要的吼、哦。所以我伫只要希望讲，即个爱做好了吼。过、哦、来就是讲食品吼、哦，食品甲药物的管理也是相当的重要。我咱拢有 K 渣，我看咱你的报告内底拢有 K 渣，啊，冇处罚吼啊。但是我想还是不够吼、哦，还是不够。但是表面上看你们的实验资料，做得蛮不错，但实际上我还希望说你们够深入一点，好、哦，深入什么？不是刚才讲，即个有叫即个。在卖物件、化妆品啦、卖药啊啦，哦，在地下卖药啊，吃，吼，啊个食品，看有过期、无过期，有标示有没有清楚？不是重视这些，包括什么？我们的市场是很重要。咱的市场等于是肉鱼之王，哦，市场路边摊啊，真侪物件，我看买转食食的，讲真个，伊掺啥咱拢唔知，嘛无标示，嘛无啥啊。又我们在卫生单位的食品卫生管理当中，又很少抽到这一块。哦，所以我想说，这个应该要加以重视。你若无重视，讲真经诶，宜兰县讲十大死亡拢排真前面，吼、哦，真头前，安尼就唔好，安尼就表示，哦，还是我们没有做到。我希望讲，这应该爱好好用心来做了，吼、哦。啊，以上是我个人的咨询了。来，这那个黄淑琴议员要借时间来。好、主席、各位局处长、各位同仁、各位联络人，大家好。啊，我这边想请问那个消防局哈，那个假若这曾经我也在媒体讲过哈，假若苏花改、假若雪穗同时发生火灾，请问您的能量够吗？您的救灾人员够吗？您的物力够吗？您的紧急应变措施够吗？你的横向联系够吗？那请你回答。好，请答务。主席，谢谢黄议员有关这个苏花改隧道跟雪隧的相关。那么目前雪山隧道有两个专门的分队在负责。第一个除了我们特种分队之外，新北市也有个雪山分队。除了这个之外，
按照我们在民国101年的经验，实际上必须要由邻近的分队来相互支援。当时发生火烧车事件，总共动员的分队有包括8个分队，出动的人员64个人。这个我们过程中知道，我只是问你说有没有能力去抢救。因为灾害的规模大小也不一定，如果超越我们的能量的时候北边的部分我们当然希望新北市来支援如果是南边的部分，目前花莲县也成立一个河中分队，也是专门负责这个隧道的部分。那当然我们西南的第二大队整个都是属于救灾计划里面动员的对象。好，局长，我想这是很困难的问题哈。我只是告诉你，我们当时的那个火烧车的时候，其实咱没有能量，我们能量不足，我们所有的配套措施完全没有办法。咱到现场都无法度救的时候，当两个地方同时发生问题，你怎么处理？包括卫生局，包括各局处。我们说真的，我们媒体当时不公开，但是我们还是强调，一直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方案，是不是这个方案我没有要求你现在给我，真的很严重，万一同时发生，咱宜兰关所有救灾系统真的可以吗？请你去思考，因为我们宜兰县跟别的县市不一样，花莲被告宜兰救灾绝对到不了，台北市要到宜兰县救灾到不了，新北市到宜兰照到宜兰被安诺，所以请你坐下，我想应该是说充分你把这个主题拿出来。万一真的这样子，这应该是宜兰县最大的危机，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这是宜兰县要去思考的，因为把人救不了，但我们如何处理，然后我们横向联系真的目前还不够，好，这今天很在乎啦。我想媒体记者也一直在问说下一步骤呢，我说我不知道，我也没有看到任何进一步答复，我也没看到人力资源各方面增加，所以麻烦你跟相关单位，不管是宜兰县主政者，或者是卫生局，或者是消防局，你一定要跟你们中央上级单位来共同思考，这是我们重大危机。好，不好意思。然后那个我在想说哈，是不是建议说，像我们罗东义消，其实空间不够，咱拢就人的所在，随时当地价上涨，当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的空间不够哈。中正楼会现在是暂时借我们。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空间，局长在我这边思考哦。那还有一个说，建未来在厅舍重建或迁建的时候，一定务必要思考到保留义消的空间，因为真的救灾是大部分都是义消人员帮我们忙，义消的专业配备在哪里？我想这应该也要来提升哈。然后那个还有就是说，火灾绝对不会彩排，火灾发生的时候，其实我到现在。我们接收到很多火灾的知识是负面的，是不对的。希望针对那个火灾的相关的教育训练要从头来，哈，因为我讲帮楼盖一下，咱当初打咱改，真侪拢唔对，哈，包括我们低伏的时候，趴在地上，捂着那个湿毛巾，各方面其实很多错误的讯息，请消防局重新开始，谢谢你。然后卫生局哈。我想在那个，我们在那个卫生局的统计，大于65%，那个人口数使用健保超过12%，是不是有什么物件？那个一瞧会细想健保费的哈，咱老人哩，我同我讲，65岁以上全国我们的人口数超过12%，但是这些人用了医疗资源，用了健保的给付超过40%，那我们在这一块我们已经发现问题了，我们如何去预防，如何去减少他们健保使用量，如何让他们更健康？请问局长。谢谢黄议员的提醒哈。老人家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他需要一些慢性病嘛，那但是我是觉得说我们都在健康促进里面呢，我们希望他是健康的，健康老化，那呢我们未来呢在社区里面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说他不要让他太快到进入说亚健康，或是说需要更进一步的那个医疗治那个去处理。那当然里面有很多的，我们最近也发现说，那我们怎么在卫生所呢，或是说在那个整个的社区里面呢，变成一个健康的那个管理中心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我们的社区里面呢，很多的长者，那他的用药呢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药事服务，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块呢我们会去加强，好，希望就是说他对于健保他怎么用药，然后是不是可以在这一块
有多一点的那个节省，或是说是对的用药这样，不要浪费。那你请坐哈，我想这个是相关资料哈，那局长给我。但我们还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在场都是卫生局的相关主任啊，或者是啊领导者哈，我们卫生所的角色。要不要因应现代社会，因应现在疾病？因为我进不去社区，好，或者我请社区协助，这角色行不行要转换？因为真的不一样了啦，哈。我想我们啊、我也是护理师哈，我们当年的教育跟现在跟我们接触到拢无共，行不行要转换角色？那第二个，我们在转诊，在家庭医学科也沦为说相。好，这里马西乌本得得上，因为健保制度，所以在很多医院，他们在接受到很严重的病人的时候，他不收。因为要花费他个人，他可能进账会少，他可能医疗仪器不够，好，所以我想是不是这类物件，请卫生局长哈跟相关的主管们来思考看看。我们请问局长有没有听到宜兰县某高阶人强暴一个女生？好，没关系，你去查查看哈。我想啊、我也不晓得怎么说哈，我可能下午会跟当事人见到面。那。应该是事实，因为他公开报案。那我想希望你查这里哈，宜兰县的高阶医疗主管。那这边还有就是说那个医疗院所，我们常在讲说，像上次我们争取医疗品质给付在宜兰县那么多亿，那到底有没有给真正医护人员使用到？啊，这类医疗的财务透明度。啊，听说有些医院还是看不到，也不晓得真的有没有花下来。那请问局长，我们要了解说他的那个财务是不是透明，了解到他是不是有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请他们，这我们怎么建议？谢谢黄议员的提醒哈。那刚刚针对第一件事情呢，那可能我们还要再联合那个社会处，可能会有一些更多的那个要去关心。那至于说医院的这一块哦，我也知道说黄议员非常关心，就是说那健保署给这些医院的那个钱花到哪里去了。那这边也要跟黄议员报告，就是说我们都有去调查，就是说他医院呢他的比例是花到哪里去了。另外那个局长，现在你只要告诉我说有什么机制要求他们，我可以看到他们财务透明化就好了。你如何刺激他、什么机制？只要他变成一个财团法人，医疗的财团法人的话，他的那个整个的报表都必须要接受公开。好，你请坐。好，就是那麻烦你就刺激那个没有报医疗财团法人的相关单位，请他们务必设立。啊，最后谢谢大家，谢谢。好，陈俊礼议员。啊，主席哦，咱两位局长，咱各位主管哦，啊，咱的主任，咱的同仁，咱的联络人，大家午安，大家好哦。啊，首先，伫遮我来请教咱卫生局长啦吼，这应该是嘛是真侪议员关心的啦。啊，我是感觉这嘛是老调重弹哦。我感觉讲咱的稽查人员的部分，这个除了稽查的时阵，这个态度的问题哦。我们是一个友善的城市，我们是一个幸福的宜兰哦。我希望说我们在稽查人员派出去，要对我们的这个业者做稽查的。这个态度方面，我们能够再做一个提升，然后，这个我相信局长已经有在鞭策我们的所有的同仁，然后啊，只是在这再提醒一下我们局长，啊，希望说未来我们稽查人员出去，不要再跟业者这个发生这种不必要的这个口角，还是说这种不高兴的情况，我觉得这让民众会那种观感不好，然后请局长再多费心一下哦，啊，再来就是说我们目前。卫生局是不是有对这个餐饮业者还有这个供应商在做这个食品登录的这个动作？有啊，哦，局长，啊，是不是我们做这个食品登录这个动作，我们卫生局可不可以给这个已经取得食品认证的这些厂商能够有一个认证标签？他登录了之后啊，食品登录他。都合法的时候有没有一个认证？啊，会给他吗？有啦齁，因为现在有那个民众在反映，就是说有做食品登录，可是后续没有一个认证，啊，那刚才给啊走了，然后啊，我们相对我们如果能够给他一个认证，也是让消费者好辨识，说我们要采买这个食品的时候能够
哦，选择像有一个政府认证的标签，相信这个食品一定是政府把关好的食品。哦，所以这个请我们局长还有我们相关同仁哦，可以对于这个部分能够先来做这个认证的这个动作了哦。再来就是说，最近这几天好像媒体有报载说这个，疫苗那个施打那个流感疫苗之后，两年之后这个人好像往生了吼。啊，我想了解一下说，我们卫生局所施打的这个疫苗会不会有这种问题产生？局长简单回答就好，会还是不会，这样就好了。包严，那是不会的。不会了哈。不会。好，局长。因为那个，我再补充一下哈，那个是那个个案哦，本身它就有那种免疫性的疾病，所以说疫苗打下去的时候呢，假如有问题的话，是一个月内就会发生，它是两年以后，所以这个里面有争议。以上报告。可是这个判例是那个败诉的，我们这个。对对，但是里面还有一些争议，我们那个应该中央还会再去处理这一块。好，这部分也请局长能够。我们会常注意这一块。可以多加注意一下，为我们把关了、啊，因为相信很多我们的民众都施打这个疫苗，对，也不要这种憾事发生在我们所有民众的身上。就像您请坐哈，好，谢谢局长啊，咱决定哦，先搞。进前我有请问过哦，咱这个金山东路迄个训练场地的啊，目前咱消防局这边的基定是安那？有伫叮当无？有伫叮当无？有啦哦，有起程在动作。那局长可不可以方便在会后给我一份那个书面资料，就是说我们现在那个训练基地那个的期程，我们未来我们要做到什么程度这样子，详细的一个书面报道，书面报告，请我们主席列入会议记录、哦。好，一雄，阿强，纳入会议记录。好，主席，两位局长，还有各位科长哈。还有我们的议会同仁吴安，既然给我说只有五分钟，好，很快，只有一点点哈。我这边要请教一下我们的刘局长哈，我知道我们卫生局一直以来哈，对我们两乡的原住民这个原住民医疗跟卫教都非常的认真哈，尤其是我们大同乡跟南澳乡的两位主任哈，都非常的用心。那我为什么只提他们两个，没提到其他十个乡镇？我这边最主要的用意就是说。去年我记得我在定期会有提过，十个都会区的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我们的原住民的族人，但是针对这十个乡镇，对我原住民部分哈，真的是比较不用心啦，尤其是我们那个都会区阿美族比较集中的地方是苏澳，还有三星，还有头城哈。我记得我有跟局长提过，就是说，假如说你们在那个地方有卫生宣导。或者是要做哪一方面的做一些稽查，或者是卫教的部分，一定要跟我们讲，我们绝对全力协助哈，我们就找人过去。好，所以我也希望哈，那个刘局长再麻烦你一下，今年假如说苏澳还有我们的三星的部分，还有头城哈，这个原住民区域比较集中的地方，早一点跟我们说，或者我们另外再开。宣导的部分，尤其针对一些槟榔啊、口腔癌的这个部分的宣导，好不好？好啊，这个是第一个。再来第二个就是卫生食品安全。我记得1月27号，记得吗？我们年初的时候有一个百桥食品有限公司，那时候查到的这个预期的食品没有标示的，将近3000多公斤嘛，对不对？所以目前的进度到哪里？有勒令停业吗？还是可不可以请局长回复一下，回答一下？好，请答复。谢谢议员的关心哈。那我们查到百桥的话，那一些物品现在已经完那个查封，然后销毁了。那这个公司目前好像他们也在转让，所以目前他是没有在营运的吗？有开罚吗？有开罚。开罚多少？这个食药科长、啊，他是那时候想说开罚多少钱到多少？6万到2亿嘛？你们开罚是新的那个食品安全管理法的话，它可以最高到2亿。是、嗯，所以这家公司目前多少？有没有2亿？哎呀，处分了11万，11万年，差那么多。所以目前它的进度就是已经开罚过后，有让它继续营运还是？目前的了解是他好像换那个他们的、欸、我跟议员报告哈，其实这家业者他是已经在转型哈，那
他有另外找专业的经理人在协助他们，所以他是已经有在起步起来，针对他的产品，从开始他过去是没有专业经理人，那现在是有专业经理人在协助这家业者，因为其实我们的业者来这边查到他有问题，我们希望是他危机变成转机哈，那他能够在地化的话，其实他是一个豆腐制品在宜兰算提供一些非机改的一个厂商哈，我们是希望他能够在地化，那能够辅导他，所以我们这个会加强。以上。OK， 好，谢谢。其实我要讲的是，针对这样子已经发生过事情的这些公司，我觉得我们卫生局一定要持续的追踪，不要让他换壳了以后，换了一家公司，结果还继续有早期的那种事情发生哈。我会继续辅导。OK， 好，再来就是有一个市售农产品的检验哈，像不符规定的这些有残留农药的这些你们的追踪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就是说已经查到他已经有农药残留，让他继续卖吗？还是停止营业？这个部分，请你们回答一下。对，主席，我跟议员报告，我们所有的抽烟不合格的，一定第一时间就要下架。那下架之后，我们当然就要追到看哪边使用了。如果大部分宜兰县目前看到的农产品几乎都是外县市进来的业者，所以我们就回归到源头管理，由当地的县市卫生局去做处办。那我们的架上的东西第一时间你都要下来。 OK， 好，谢谢。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你们不要只为了照顾，就是说那些东西残留农产品之后下架之后，你其他就不去追踪。还好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要把源头追下来，然后有可能它的整个源头它的食品全部一样都是有农药成分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哈。所以我也希望说未来我们卫生局，我想这个我们的人体安全是最重要，所以你们是角色扮演是最重要的，所以你们再加油好不好？谢谢，以上。好，谢谢我们各位哈。你看那个局长那么犀利啊，那个科长也那么犀利哈，所以拢好你猛搏下也斗啊你哈。好，我们今天的会议啊哈，就到早上的会议到这边结束，下午两点哈准时。第一个是张明华议员啊，谢谢大家，散会。